第八百四十一章星辰殿，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叶星微微一笑。修为突破，肉身加强，叶星的实力又提升了一个大档次。高阶王者可疯狂称帝，六星王者与七星王者之间，虽然只是一众的修为差距，但实力确实有着极大的区别。叶星在一星王者时，凭射手座星象，能够爆发出六星王者级别的实力。 但只相当于普通的六星王者。一些拥有越级挑战能力的王者，成为六星王者后，未必能与七星王者抗衡，但是实力却比一般的六星王者强大得多，要高出一个大档次。现在叶星的实力，恐怕比起这些战力极强的天才六星王者都不逊色了。虽然还达不到七星王者级别的实力，但是凭黑洞星象，未必不能抗衡。 哪怕是面对七星死灵王，也有了正面一战的实力。不知还要过多久，才会有死灵王入侵？若是过上几年，我的修为可能会继续突破，到时候正面战斗也可以斩杀七星死灵王，那就不怕死灵王入侵星辰大陆了。叶星心中暗道：希望死灵王入侵不要来得太早。现在他这法未成，遇到七星死灵王也只能勉强抗衡。 若是过上几年，他修为突破，阵法也肯定会有所成就。哪怕有七星死灵王入侵星辰大陆，叶星亦可化解。恭喜主人，修为突破，实力大进。以主人的实力，前往星月大陆轻而易举。龟公在一旁祝贺，说道：“老主人有一个遗愿，希望主人得到他的遗物，前往星月大陆后，能够为他报仇雪恨。” 将当年暗算他的仇人一一诛杀。七百年过去，暗算老主人的仇人大多都寿元已尽，但有一人肯定还活着。叶星道：“谁？”归公道：“新城基。王者寿元千载，准神每经历一次涅槃，寿元便增长千年。一涅准神可活两千年。新城基当年五百余岁，现今一千二百多岁，只要他没被别人杀死，应当还活着。” 叶星脑海中浮现出一道身影，道：“星辰姬，我见过他，在星月大陆时，他也想要了我的命。只要有机会，我一定杀了星辰姬，为星汉大帝报仇，也为自己解气。”归公道，这家伙果然还活着。哼，我一定要看着他死。叶星点点头，道：“归公，星辰殿可有什么能力？作为神器，我应该可以用它来杀敌吧？”归公道。 当然可以，不过以你现在的力量控制星辰殿移动可以，想发挥星辰殿的威力却还不够。星辰殿可攻可防，攻击时可以催动第五层的火焰，这是可以焚烧神灵的火焰，需要修炼一种星辰琉璃诀的火系功法；防守时，星辰殿能够化成一颗星辰防御四方，同样需要修炼星辰琉璃诀，能够防御神灵级别的攻击。 防御可以抵挡神灵的攻击，攻击拥有灭杀神灵的力量。叶星听得激动不已，这要是修炼星辰琉璃诀，他的实力岂不是能够达到神级？叶星兴奋地说道：“星辰琉璃诀呢？收藏在星辰殿中何处？我怎么没发现？”啊！龟公不禁摸了摸额头，道：“主人，这星辰琉璃诀可不是一般的功法，而是老主人的自于星辰秘境，并且……” 老主人也只是得了一点皮毛而已，连入门都算不上，勉强可以催动一下星辰殿，发出最基本的威力。若是老主人学会了星辰琉璃诀，哪是一念准神能够相提并论？也不可能被星辰机等人暗算致死了。叶星的满腔热血顿时冷却，道：“这么说，就是没有星辰琉璃诀了。我虽然能够控制星辰殿，但是却不能用它攻击，也不能用它防御。” 那岂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归公想了想，道：“也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星辰殿坚固无比，就算无法发挥出它的威力，仅是作为一件硬兵器，那也力量无穷，砸都能把别人砸死了。并且，主人若是遇到强敌，也可以躲入星辰殿中，哪怕是准神也破坏不了星辰殿。你在星辰殿中也算是防御无敌了。”叶星微微点头。 龟公说的也算是有道理，不过细细一想，叶星又觉得有点不对。道：“龟公，难道别人就不能把星辰殿抢了过去，强行炼化吗？”不、哦，龟公点头道：“其他的武者想炼化星辰殿，至少得先敌得过我的意志。龟公，我活了这么久，可不是区区王者的意志能够撼动得了的。也只有准神以上的强者，才有强行炼化星辰殿的可能。” 这下叶星心中清楚了，星辰殿只有对上准神之下的武者，才能算是安稳无忧。若是遇到准神级的敌人，那就别躲进星辰殿了，还是有多远逃多远吧。叶星叹息一声，道：“星辰秘境位于暗星大陆，看来只有到了暗星大陆，才能够进入星辰秘境，有获得星辰琉璃诀的希望。星辰秘境只有九星王者以上的武者才能进入。” 若天宫遗留的手段，便可以将人直接送入星辰秘境。叶星成为九星王者后，正好一并处理。叶星离开了星辰殿，心念一动，星辰殿变化小，落入掌心。没有了星辰殿，若星秘境便失去了力量，阵法禁制直接消散，只剩下那片天外之火形成的火海。星辰大陆风云变幻，大元王朝覆没，余孽也被暗星教追杀。 一些手上沾染了暗星教武者鲜血的武者皆被清除，同时一些曾经被大元王朝欺压的势力也趁势而起，对蒙氏皇族的子弟进行了围剿。蒙家本来星辰大陆第一世家，现在却人人喊杀，不得不隐姓埋名，彻底湮灭于星辰大陆的舞台。暗星教势威如天，天下势力尽皆臣服，一个新的王朝——暗星王朝应运而行。 这一切，叶星都没有去关注，只是借助暗星教的力量收集天下阵法典籍，用超脑扫描，然后与在天宫大陆获得的阵法典籍互相印证，一边修炼，一边钻研阵法，等待着星辰大陆人族的灾劫到来。第八百四十二章，五年，四级阵法大师，四级阵法宗师，五级阵法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叶星的阵法造诣。 一日千里，飞速提升。三年过去，叶星已经成为一名五级阵法师，修为也巩固到了二星王者的巅峰。每一个王朝的建立，都有一个由盛转衰的过程。暗星王朝刚刚建立，一统天下，另行四海，正是极盛之时。星辰大陆四海升平，迎来了太平盛世。除了叶星、韦清轩以及暗星教的高层。 其他的武者皆不知星辰大陆的危机，自然是欢歌劲舞，其乐悠悠。但叶星等人心中却是清楚，这样的太平日子恐不长久，只不过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罢了。暗星王朝与大元王朝不同，大元王朝是一家当政，并且一旦登临至高王之位，便主政终身；而暗星王朝则不是一家当政，而是一教当政，教主即为国主。 但国之大事却需教中长老共同商议，而非国主一人决断，并且国主并非终身制，而是由长老团会议决定，百年一换。经长老团商议，黑标王为暗新王朝第一人国主，同时也担任教主之位。这种政权与星辰大陆的传统政权完全不同，自然是出自叶星的方案，由黑标王提出。这种方案限制了国主权力。 并且也限制了某个家族独大，相对而言要公正一些，让其他武者少去了许多怨言。黑标王自然是支持这种方案，而卓家虽然世袭按新教教主之位，但如今在按新教，明显是黑标王如日中天，是成为国主的不二人选。若还是按第一种方案，家族世袭也是黑标王的家族世袭，轮不到卓家了，所以卓家也同意黑标王提出的方案。 教中最强者和最强的家族都同意，其他人自然没有异议。于是，这个新生的政权模式便产生了。这三年来，黑标王数次派出尊主队伍前往黑域之海查探，得出的结论是：黑域之海深处的空间裂缝的确越来越大，空间波动的气息越来越强。事实证明，星辰大陆的确将面临十万年来的最大危机。 又将出现一次死灵王入侵的恐怖事件。有关黑狱之海的消息，黑雕王自然都转告了叶星。叶星知道，离那一天越来越近了。如今他是二星巅峰王者，五级阵法师，但是面对七星死灵王，还是没有必胜的把握。并且死灵王入侵的时候，七星死灵王可能不止一个，那叶星就更是无法对付了。这三年。 韦清轩也在全力修炼中，他体内有至尊血脉，并且是紫色天命，在王者境的修炼速度也很快。早在一年多前，也突破了二星王者，成为二星王者的韦清轩，对付四星、五星、六星的终极死灵王倒是没什么问题，但面对七星死灵王，就帮不上叶星什么忙了。时间，现在需要的就是时间。叶星心中暗道，幸好。 黑狱之海的空间裂缝虽然一直在变大，但是真要达到让死灵王也通过的程度，也不容易。叶星需要的时间都盼到了。第四年，叶星的阵法造诣再上一层楼，成为五级阵法大师。五级阵法大师在星辰大陆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了。星辰大陆的阵法典籍最高只能成为普通的五级阵法师，因为根本就没有小城的五级阵法传承。 叶星是因为在天宫大陆获得的阵法典籍，才达到了星辰大陆从未有人达到过的高度。叶星获得的阵法典籍，连六级阵法都有。只要有足够的时间，以叶星的超脑学习能力，以阵道的妖孽天赋，叶星成为六级阵法师那几乎是肯定的。不过，即便是成为五级阵法大师，对于七星死灵王也还是有难度，除非是五级阵法宗师。 才敢说是能够轻易的灭杀死灵王，但从五级阵法师到五级阵法大师，叶星都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要成为五级阵法宗师，恐怕没有三五年的时间难以如愿。大元王朝覆灭至今已过四年，黑狱之海的空间裂缝几乎扩大到了极限，随时都可能出现值的变化，达到死灵王能够通行的程度。再想等三五年，恐怕很难如愿了。 小常的五级阵法虽然杀不七星死灵王，但也能让其受到一定的牵制。叶星觉得，他的修为早已经恐怖到二重极限，不如尝试着向三星王者突破。一旦成功突破，那么七星死灵王也不算什么威胁了。又是一个年关过去，时间到了大元王朝覆灭后的第五年。至尊血脉比真神精血更强，紫色天命比蓝色天命也更高。 韦清轩在修炼方面比叶星大有优势，这种优势很快便体现出来。韦清轩比叶星后成为二星王者，但今年入春不久，韦清轩的修为便再度突破，成为三星王者，修为逆超叶星。叶星受到韦清轩修为突破的触动，并且韦清轩突破三星王者后，也将一些突破的心得告知叶星。几个月后，叶星的修为也随之突破。 成为三星王者，玉叶星长长的吐出一口气。成为三星王者，叶星实力大进，心中的压力荡然无存。他的各种大道领悟都在修炼时逐渐提升，跟着修为水涨船高，见道造诣也从树空雏形，真正的立足于树空之境。以叶星如今的实力，他很自信，对付七星死灵王绰绰有余了。现在叶星要考虑的。 不是如何对付七星死灵王，而是怎么才能够将星辰大陆的损失降到最低。死灵王拥有强大的精神意志，成为了灵魂体，身躯被灭还能夺舍他人。只要有一个逃生，就是祸害。而死之界的死灵王恐怕不在少数。叶星纵然能够击败他们，击杀他们，但是想要一举将他们全部击杀，恐怕极难做到。所以必须得好好思量。 除了阵法牵制，似乎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看来得多制造一些小城的五级阵盘，在黑狱之海外也多布置一些小城的五级阵法，只要能够困住死灵王，无法逃走，那我就能够一一灭杀。叶星心中很快便有了方案。第八百四十三章死灵大军。夏天进秋去冬来，中天州的北部都飘起了雪花，北幽州那更是万里冰封。 化成了冰雪世界。这一年冬天特别寒冷，通常修为达到心刚境的真人，心刚护体便不畏严寒。但是这个冬天，北幽州的真人都感觉到身体发寒，仅凭心刚难以防御。至于真人之下的武者，那更是冻得瑟瑟发抖，难以外出，必须在家里烤着大火取暖。如此寒冷的冬天，史上未见，似乎注定了一场灾劫必定到来。 轰隆！一股极强的空间波动从北幽州之北、黑域之海的极深之处传递而来，就像是一道汹涌的洪流冲开了闸门。星辰大陆所有的王者都感受到了这股空间波动。这一天终于来了。正在黑域之海边缘布置阵法的叶星抬起头，神色中露出胸有成竹之色。自从突破三星王者之后，叶星便来到了黑域之海边缘。 布置小城的五级阵法，半年左右的时间，叶星不断的烧录阵文，几天便布下一个阵法，已经布下数十个小城的五级阵法，沉着黑玉之海边缘一字排开，形成了一条数百里长的防线。烧录阵文布置的阵法无法长存于世，大概只能保存十年左右。要想长存于世，就得使用阵法材料布置阵基，并且用心经提供能量。 叶星的目的只是为了阻击死灵王入侵，目的完成，阵法便没有了用处，无需长存于世，所以直接烧录阵文就可以。若是用阵法材料布置阵基，星辰大陆可没有那么多高级的阵法材料。按星交的阵法长老林道尘，比叶星更早的便到达了黑域之海边缘，沿着黑域之海布置传送阵法。 使得武者可以通过传送阵到达黑狱之海边缘的任何一段范围。如此一来，不管死灵王从哪里入侵，星辰大陆的武者都能以最快的速度赶去拦截。为了避免人族出现大规模的死伤，叶星的目标是要将入侵星辰大陆的死灵王截杀在黑狱之海边缘。黑标王感受到空间裂缝直变的波动，立即便召集了星辰大陆所有的王者以及一支尊者大军。 因为早就做好了准备，一直等待着这一天，所以并没有用多少时间，众王者便都到了。死灵王入侵是人类共同的灾难，谁不参加便以叛国罪论处。当然，没有哪位王者胆敢抗命。至于尊者大军，更是一直驻扎王都，一声令下便整军待发。通过传送阵的定点传送，黑标王带着众王者以及尊者大军。 到达了黑域之海边缘，叶星所在之处。五年前，大元王朝覆灭，陨落了一批王者。而今，整个星辰大陆的王者加起来约百人左右。至于尊者大军，则有一万余人，皆是中阶尊者以上的精锐。这些人算是星辰大陆武道的所有力量了。虽然其他武者的数量比起这些人要多得多，但实力对比起来，微不足道，几近于无。 若是这些人也阻挡不住死灵王的入侵，那么其余的武者更是没有丝毫的抵挡力，星辰大陆肯定会沦陷。黑标王来到叶星身边，道：“叶星，情况如何？”叶星正施展破虚神瞳，额头中央有第三只眼，看向黑玉之海深处，道：“死灵的数量不少，不下十万，其中九成五都是四阶死灵尊者，约有半成是五阶死灵王者。” 黑标王倒吸一口冷气，道：“这么多，就算是整数十万，一成就是一万，半成是五千。星辰大陆所有的王者加起来也只有百人左右，而入侵的死灵王却有五千左右，足足五十倍的区别。”叶星倒是气定神闲，道：“数量是不少，但死灵王中九成是初级死灵王，中级死灵王只有一成左右，这些都不足为虑。” 而高级死灵王只有三个，都是七星死灵王。只要消灭了这三个，就万事大吉。说着，叶星嘴角露出一丝笑意。若是这些死灵王分散攻入星辰大陆，他们数量众多，还真是无法全部截杀。不过，他们如我所料，聚集在一起，直奔这里而来。嘿嘿，正好一网打尽。死灵对于生灵的血肉极为敏感。 叶星让黑标王将所有的王者以及尊者大军都聚集在一起，目的就是吸引死灵的注意。对于死灵而言，武者的修为越高，血肉中的能量也越高，吞噬起来对他们的修为提升效果最好。整个星辰大陆所有的王者以及万余尊者都聚集在一起，在死灵眼中，这是一批最好的血肉，当然是全部都往这边而来了。叶星施展破虚神瞳。 时刻关注着死灵大军的动静，他们在黑玉之海急速飞行，速度极快。几个时辰后，死灵大军便来到了黑玉之海边缘，从黑玉之海中冲了出来。三个七星死灵王为首，冲在最前，后面跟着中级死灵王，然后是初级死灵王。这些五阶死灵王身上都长着青毛，最后是密密麻麻的四阶死灵尊者，全部都是绿毛死灵。 像叶星一样气定神闲的，除了韦清轩之外，便再无一人了。所有的舞者看到那密密麻麻的死灵大军，皆是脸色泛白，更有甚者，双腿发软，竟难保持站立，瘫坐于地。呼啦扎，呼啦扎，死灵大军大声呐喊着整齐的口号，声势震天。在死灵大军上空，飘雪早已被气势冲散，无尽的乌云凝聚，形成一片巨大的黑色云朵。 就像是一张巨大的恶魔之脸，充满了邪恶的气息。死灵王空洞的双眼在众王者身上来回的打量着，虽然没有眼珠，但是却能够感受出他们此刻的兴奋。三个领头的七星死灵王中，居中地说道：“美味啊，甜美的生灵血肉！没想到我乌巴王有生之年能够享受到这传说中的美味，哈哈哈哈！”另外两个七星死灵王也嘿嘿直笑。 显得十分的兴奋。右边的七星死灵王说道：“乌巴王、巫蛊王被您摧毁了身躯，灵魂附在四阶死灵身上，提前来到了生灵之界。嘿嘿，这些生灵都活得好好的，看来巫蛊王在生灵之界没混个出席来啊。”第八百四十四章以一敌二。另一个七星死灵王说道：“巫蛊王毕竟只是灵魂过来，没有身躯，就算夺舍到生灵的肉身。” 又怎有我们死灵的身躯这般坚固强大？再说他的灵魂也被乌巴王伤着了，当然混不出个名堂。叶星的目光落到了居中的七星死灵王乌巴王身上，听这两个七星死灵王的口气，明显对于乌巴王有些奉承，并且提前来到星辰大陆的乌谷王，竟然是在死之界被乌巴王毁灭了身躯，也伤了灵魂。可见这个乌巴王的实力。 恐怕不是一般的七星王者能够相提并论。叶星成为三星王者，一般的七星王者他已经不太放在心上，但是对于这个乌巴王，他确实不敢掉以轻心，当成了大敌。乌巴王空洞的双眼中突然间幽光一闪，一挥手，整个死灵大军都停了下来。远远的看着叶星等人，乌巴王嘿嘿一笑，到这个生灵之界，一个中阶王者都没有。” 但却竟然有一位五级阵法大师布置了如此多小城的五级阵法，嘿嘿，哈林王、扎多王，你们两个上，将这些阵法给毁了。叶兴微微皱眉，他虽然布置了许多阵法，但还没有催动，这乌巴王竟然都能发现，可见他的目力并非普通王者能比，相当于修炼了瞳术的王者。乌古王也修炼了一种瞳术——死亡之眼，对于死灵王会瞳术。 叶星倒是见怪不怪，两个七星死灵王齐齐点头，同时向前飞出。汉灵王道：“初阶王者的五级阵法大师，还真是不一般。可惜不是五级阵法宗师，怎能阻挡我们的脚步？”“小城的五级阵法，都给我破开吧！”话音落，汉灵王的青毛泛起闪亮的光泽，气息暴涨，数掌一劈，前方虚空破碎，如同一柄利刃斩了下来。 一旁的扎都王嘿嘿一笑，星毛同样绽放光泽，气息比哈林王还要更加澎湃一些。五指成拳，一拳轰出，轰！前方的虚空塌陷，形成一道巨大的拳影，蕴含着恐怖至极的力量，横冲直撞，摧枯拉朽，即向前方。两位七星死灵王出手，一个攻击锋锐，一个攻击沉猛。小城的五级阵法的确难以抗衡。眨眼间。 叶星烧录的阵文便被摧毁了一大片。星辰大陆的武者何时见识过高阶王者出手？七星王者可以疯狂。两位七星死灵王的一集，威势之恐怖，让众武者心胆皆震。哼！叶星冷哼一声，身影如剑，瞬间魔一虚空。叶星的身影出现，已经出现在两位七星死灵王侧后方。一道星光冲天，化成了朱雀星象。 极品玄功金岩功出现在叶星手中，转眨间便甩出一道气息狂暴的火焰弓影。金岩功是叶星在天宫殿中获得的宝物，作为极品玄功，威力极强，一般的王者根本使用不了。不过，叶星如今是三星王者，实力更是可与高阶王者抗衡，使用金岩功不在话下。叶星剑意附体，魔易虚空的速度太快了，如同瞬移一般。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哈林王、扎都王也没有料到，对面的王者中竟然有速度如此快速之辈。还未反应过来，那道火焰弓影便已经抽了过来。仓促之间，哈林王和扎都王无法闪避，也来不及反击，只能全力防守，硬扛这道火焰弓影的攻击。区区三星王者的攻击，哈林王、扎都王并没有放在心上，但是。 当火焰弓影的力量落在他们身上时，却是打出他们所料。砰砰，两声爆响，哈灵王、扎兜王的身躯瞬间被抽飞。死灵的身躯极其坚固，至于七星死灵王的身躯，那更是可与中品玄冰相提并论。两位死灵王虽被火焰弓影抽飞，但并没有受伤。更何况，死灵王的能量皆来自于胸膛中的尸域，只要尸域在，就算是身体受伤。 那也没有丝毫碍处。哈林王、扎都王被抽落在地，仅是一眨眼，他们便站了起来。空洞的双眼中燃烧着愤怒的火焰，气息更是狂暴。起！叶星一声大喝，催动了阵法，一重重阵法光照出现，将哈林王、扎都王笼罩其中。随即，咻的一声，一道黑焰剑势如同光芒闪烁，向两人爆射而来。一眨眼的时间。 足够夜心凝聚出一只黑焰箭矢。哈灵王、扎兜王正想破开阵法，但是陡然间爆射而来的黑焰箭矢，却是让他们心中一骇，产生了一种危险的感觉。两位死灵王都大吃一惊，万万没想到，一个三星王者竟然能够爆发出令他们都感到危险的实力。两位死灵王都感觉到，那黑焰箭矢正向自己的胸膛射来，那穿透性的力量。 让他们引以为傲的坚固身躯都感到恐惧，他们立即改变了念头，准备向阵法光照攻去的力量，顿时便向那只黑焰之剑轰去。无论是力量沉猛的拳劲，还是力量锋锐的刃劲，在黑焰之剑的攻击下，都瞬间溃散。黑焰之剑破碎，两重攻击依旧射在了哈林王的胸膛上，发出“叮”的一声爆响。哈林王顿时便向后方飞出。 胸膛上出现了一个指头深的凹陷，这是因为黑焰之剑先穿透了全境，韧劲，力量大减。如若不然，定然能够穿透哈灵王的胸膛，将心脏处的尸欲挤出。这代表着叶星的攻击达到了击杀七星灵死亡的程度。众死灵王尽皆震撼，而星辰大陆的武者则一个个露出惊喜之色，看着叶星，惊为天人。小城的五级阵法有阵主催动。 也不是七星王者轻易就能摧毁得了的。哈林王、扎兜王都被困于阵法之中，在叶星的攻击下，根本没有机会去破坏阵法。而哈林王、扎兜王受阵法所困，活动的范围有限，面对叶星那恐怖的剑识显然有性命之忧。两位七星死灵王在叶星一人手下，竟然面临着如此危局，着实令众王者震撼，又惊又喜。乌巴王也没想到。 星辰大陆的王者中，竟然有叶星这么一个逆天存在，仅是三星王者，但威胁程度却更胜于七星王者。不过，乌霸王经的同时，心中也有点小小的惊喜。第八百四十五章：瓮中之鳖。叶星的实力越强，这意味着吞噬叶星的血肉，获得的好处也越大。以叶星的实力，将其吞噬，不亚于吞噬一位七星王者，而星辰大陆。 连中阶王者都没有，吞噬七星王者根本就是奢望。而有了叶星，奢望变成了希望。乌巴王心中当然有些惊喜。星辰大陆的死之界生活着大量的死灵，而乌巴王则是这一界的至强者。四个七星死灵王中，他的实力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哪怕是巫蛊王、哈林王、扎兜王三个七星死灵王联手，都不是乌巴王的对手。所以。 叶星的实力虽然让乌巴王很意外，但乌巴王依旧有击杀叶星的十足信心。眼看哈林王、扎兜王在叶星的攻击下形势危险，乌巴王陡然出手了。乌巴王身影如风一般，瞬间飘忽至叶星身后，身上的青毛绽放出闪亮的光泽，气息瞬间爆发。咻！乌巴王的五指长出青中泛蓝的指甲，如同利刃一般，向叶星的后脑猛地一下啄去。 乌巴王对叶星的突然袭击，不亚于叶星先前突袭哈林王、扎都王，同样是神出鬼没，同样是令人难以防备。对于乌巴王的偷袭，叶星一清二楚。不过，叶星并没有提前防备，也没有进行闪避，而是任由乌巴王这一击啄来。砰！一声爆响，乌巴王这一击的力量何等恐怖，纵然是金刚玄铁，都得啄成粉碎。叶星的脑袋。 也直接被啄爆了。星辰大陆的舞者尽皆发出了惊呼之声，神色瞬间化为惊恐。叶星爆发出的实力超出众舞者意料，众舞者已经将叶星当成了抗衡死灵大军的唯一希望。现在叶星被乌巴王一下子啄爆了脑袋，众舞者当然是瞬间面无血色。叶星一死，他们很快就会被死灵王吞噬血肉，化成人皮骷髅。哪怕是黑标王。 此刻也变了脸色，唯有为清轩知晓叶星铸成极品王躯，拥有不死之身，倒是神色如常。叶星的脑袋被灼爆，并没有如众武者想象的瞬间毙命，而是脑袋被灼爆的同时，身体瞬间转身，抓住了乌巴王的手腕。虽无头颅，叶星的实力确实未变，抓着乌巴王的手腕一甩，乌巴王和叶星瞬间便转换了方向。叶星受如此重创。 竟然未死，大出乌八王所料。这一刻自然是松懈了防备。就在两人方向转换之际，叶星同样五指并拢一啄，向乌八王的胸膛啄了过去。三种道之真意、朱雀星象之力、剑意之力，种种力量皆汇聚于这一啄之中，使得这一啄不仅威力惊人，更是有着恐怖的穿透力。砰！叶星的五指啄中乌八王的胸膛。 如同着中了块金刚玄铁，发出一声爆响，乌霸王的身体瞬间便向后方爆射而去，胸膛处被叶星啄出一块半拳大小的凹陷，但终究还是没有露出尸玉。眨眼间，乌霸王撞击在地面，轰的一声。此时，叶星脖子处的血肉蠕动，又长出了脑袋。说时迟，那时快，整个过程也就是一眨眼的时间。叶星的脑袋先是被啄爆。 然后又长了出来，反而乌巴王被叶星给啄飞了，差点失玉被啄出，直接殒命。众武者一个个目瞪口呆，脑袋没了还能重新长出来，这完全颠覆了他们的认知。星辰大陆史上的天才王者们，最多也只铸成过中品王区而已，哪知极品王区的奥妙？叶星暗道一声可惜，乌巴王的身躯之坚固，比中品玄冰还要更胜一筹，若不然。 刚才那一击就得啄出他的失玉，将他一击毙命。不过叶星早有预料，可能这一击无法将乌巴王致命，所以出手的同时便和乌巴王调换了方向。这一啄没将乌巴王杀死，但也将乌巴王轰至了阵法区域，和哈林王、扎都王一样被阵法重重围困。乌巴王、哈林王、扎都王身影一闪，便到了乌巴王衰落之地。 连乌巴王都在这个三星王者手上吃了亏，他们心中震撼的很。乌巴王瞬间一立而起，摸了摸胸膛的凹陷处，乌巴王也一阵后怕，心中怒火滔天。以他的实力，若不是认为叶星已死，心中松懈，断不可能被叶星一下着中胸膛，落得差点殒命的结果。乌巴王空洞的双眼死死的盯着叶星，道：“你竟然铸成了极品王躯，拥有不死之身。” 好，很好，吞了你的血肉，比吞十个七星王者的血肉都更好。不，一百个。叶星微微一笑，乌霸王进入了阵法之中，那么对方就逃不出他的手掌心了。叶星冷笑道：“可惜你如今是瓮中之鳖，呵呵，自己的命都保不住了，还想吃我？”乌霸王冷哼道：“你的实力的确很强，不过却还比不了本王。刚才是本王太过大意。” 你以为凭这些阵法能够困得住本王？哼，最多十个呼吸，我便能够将这些阵法全部摧毁，破得一干二净。叶星微微笑道：“十个呼吸，杀你足够了。”说话间，一道星光冲天而起，化成一副巨大的星辰弓箭。叶星运用了射手座星象，气息再度暴涨，实力大增。射手座星象之力和剑意之力相辅相成。 形成一股恐怖的穿透之势，就连十万死灵大军之势凝聚而成的恶魔之脸，都被这股穿透之势影响，隐隐有种溃散的迹象。看着天上的射手座星象，乌霸王脸色大变。星座星象，你你竟然隐藏了实力！乌霸王的声音顿时有些惊恐起来。如果知道叶星如此强大，他肯定选择退避，逃之夭夭，先去享受其他的生灵血肉。 而不是一个如此强大的存在硬拼，乌巴王顿时发出一声刺耳的尖笑，大吼起来：“鲁姑哈！死灵只有成长为五阶的死灵王，精神意志凝聚成灵魂，才有较强的主观意识。五阶之下的死灵无所恐惧，对于上级的命令绝对服从。”乌巴王一声令下，十万临死大军顿时便冲杀了过来，哪怕是主观意识较强的死灵王。 早已经习惯了乌巴王的命令，也尖叫着冲杀而来。第八百四十六章自投罗网。一看叶星运用了星座星象，乌巴王便自知不是对手。如果没有被阵法牵制，以他坚固的身躯，乌巴王自认为逃走不是难事。可是眼下却被阵法所困，就算只是他看不上眼的五级小城阵法，但此时此刻却是成为了他的牢笼，限制了他的行动。 叶星的攻击有多强？乌巴王刚刚已经领教过了。现在叶星运用了射手座星象，实力大增，足以威胁到乌巴王的性命。乌巴王如果去破阵法，就得面临叶星的致命攻击；如果不破阵法，他就无法逃走，就防必失，亦有丧命之忧，陷入两难之境。所以乌巴王立即下令，让死灵大军进攻。同时，乌巴王也让哈灵王。 扎多王两人全力突围，自己则尽全力与叶兴一战，拖延时间。内有两位七星死灵王，外有十万死灵大军，破开这些小城的五级阵法，用不了太久的时间。所以，只要拖住叶兴一时半刻，阵法一破，就能逃生。乌巴王心中不禁涌出一丝喜意：只要逃过此劫，这个生灵世界有大量的生灵血肉等他去享受，他可不信。 这片大陆还会有第二个人实力像眼前这个青年如此逆天？死灵大军的吼叫声震天动地。叶星的嘴角一翘，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这半年来，他可是布置了数十个小城的五级阵法，其中有迷阵、幻阵，也有困阵。每一个阵法都足以困住六星王者。数十个阵法，哪怕是七星王者想要破阵，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叶星很自信，对方得不到足够的时间，那十万死灵大军冲杀而来，在叶星看来不过是自投罗网罢了。若是十万死灵大军分散而逃，叶星分身无数，星辰大陆的武道强者也有限，还真是不好追杀。对方直接冲入他布置的阵法区域，正好凭阵法围困，全部杀之。叶星拉开了金岩弓，一只黑焰箭矢凝聚成型，爆射而出。 乌霸王食指都长出锋利的长爪，实力爆发至极限，抓向黑焰箭矢。利爪与箭矢碰撞在一起，火花飞溅。乌霸王身体向后方暴退，撞击在阵法光照之上，处于绝对的下风。不过，作为七星死灵王，身躯何等坚固，撞击虽重，却是一点事都没有。乌霸王依旧生龙活虎，喝道：“你的攻击虽强，但还奈何不了本王。” 待本王脱身，定要屠光这片大陆的我所见到的人类。嘿嘿，人族，你的实力很强，但又如何？你阻止不了本王。叶星嘿嘿一笑，道：“谁说我阻止不了？”话音落，叶星又运用了一种星象，黑洞星象出现，刹那间形成一个黑暗世界，将乌巴王、哈林王、扎兜王都笼罩,罩其中。突然间，眼前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 三位死灵王都大吃一惊，哈灵王更是惊呼出声：“这是怎么回事？我什么都看不到了！”此时，死灵大军已经杀入阵法区域，一众又一众阵法被激发，有的是幻阵，让死灵直接陷入了虚幻世界；有的是困阵，一个个阵法光照就将其围困其中。别让这些死灵逃了，趁他们陷入阵法，杀！黑标王一声大喝，叶星早已和他商议。 等死灵大军陷入阵中，便是星辰大陆的武者出手之时。只要不进入阵法区域，便不会受阵法所影响。众武者可以远端轰杀。大家小心，别进入阵法之中。为清轩速度最快，杀向前方，一掌拍出，白森森的极寒罡气瞬间冰封数千米。除了终极死灵王，其余的死灵尽皆冰封。为清轩后方，众王者尊者的攻击。 铺天盖地搬向那些冰封的死灵宫去，冰晶碎裂，四阶的绿毛死灵身躯和冰晶一样裂成碎块，尸玉直接从体内掉了出来。至于五阶的青毛死灵，身躯要坚固得多，冰晶碎裂只是造成了身躯的局部破裂，有的裂手裂脚，有的裂了脑袋，有的裂了身体，但尸玉还在，他们便还能活动。阵法正是运行之时。 虚空中有一道道明显的阵法光照，众武者都在阵法区域之外，远远攻击。眨眼之间，便灭杀了过百的绿毛死灵。乌霸王、哈林王、扎多王陷入黑暗世界，第一时间都护住了自己的胸膛。对于死灵而言，胸膛之处的失域是他们的唯一要害。嗖！叶星身后出现一对青色的羽翅，身影如光似电。 瞬间便冲入了围困三位七星死灵王的重重阵法之中。对方全力防御胸膛之处，叶星唯有近身破敌。叶星的速度太快了，在黑暗世界中，死灵的反应也稍有迟钝。叶星转瞬间出现在哈灵王身旁，哈灵王还没反应过来，便被叶星抓住了手腕，用力一甩。叶星这一甩之力何等之重，哈灵王的身体直接飞了起来，身体失去了重心。 护在胸膛处的另一只爪子顿时便移开了位置。咻！叶星另一手五指并拢，如同鸟嘴，猛地一啄，指尖光芒璀璨，其形如剑，蕴含恐怖的穿透之力，狠狠地啄在了哈灵王的胸膛。这一啄的力量太恐怖了，尤其是蕴含了射手座星象的力量，穿透力更是可怕。弄叉！哈灵王的胸膛瞬间破碎，叶星的五指啄入了哈灵王的胸膛之中。 出来时，叶星五指已经抓住一块光洁如玉的白石，正是哈灵王的失玉。失去了失玉，哈灵王的身躯瞬间便失去了力量之源，无法控制。我夺了你的肉身，哈灵王的灵魂发出愤怒的咆哮，转瞬之间便冲入了叶星的体内。七星死灵王的精神意志要对叶星进行夺舍，然而当哈灵王的灵魂出现在叶星的眉心空间。 迎接他的是一团苍白的火焰——星辰火种，这简直就是自投罗网。星辰火种瞬间便笼罩了哈灵王的灵魂，只剩下凄厉的惨叫。不过，发生在叶星眉星空间的惨叫声，外人却是听不到了。哈灵王，你怎么样了？扎都王紧张地喊道，心中惊恐。第八百四十七章挖出尸语哈灵王说：“要你去陪他。”扎都王的声音刚落。 叶星的声音便从他身旁响起。黑暗世界中，叶星来去无踪，神出鬼没。扎兜王虽是七级死灵王，但也无法知晓叶星的行踪。突然间听到叶星的声音在身旁响起，大吃一惊。轰！扎兜王的反应何等之快，心中虽讶，但出手却一点也不含糊。一听到叶星的声音，便一拳轰出，虚空塌陷，黑暗世界的空间震荡。 前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泉影，拥有摧山毁月的力量。这泉影一闪而没，并未击中叶星，并且黑暗世界太广阔了，全境虽强，却只能撼动这片空间，无法将黑暗世界摧毁。扎都王一击落空，心中大骇，暗道糟糕！修就在此时，尖锐的破空声从扎都王身后传来。待扎都王听到声音，为时晚矣。 一道蕴含极致穿透的恐怖力量击中了他的后背，直接破开了他坚固的身躯。转瞬之间，心脏位置的失忆便被抓了出去。扎都王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乌巴王救我！扎都王的灵魂冲出身躯，一声尖叫。刚才哈灵王显然是想灵魂夺舍叶星，但看叶星生龙活虎的样子，哈灵王显然失败了。扎都王虽然不知哈灵王为何会失败。 但却不敢尝试，免得步上哈灵王的旧路。不过，虽然扎都王足够谨慎，但不夺舍叶星也并非就没有危险。叶星的速度快如闪电，在黑暗世界穿梭，轻而易举便追上了扎都王的灵魂。呼！一团苍白色的火焰突然出现，被叶星拍入了扎都王的灵魂之中。啊！扎都王顿时便发出了凄厉的惨叫：“火种，是火种！乌巴王，救我，救我！” 在星辰火种的焚烧下，扎兜王的惨叫声越来越微弱。乌巴王自顾不暇，难以自保，自然不可能来救扎兜王。并且听了扎兜王的话，乌巴王心中也充满了恐惧。火种那是天生克制灵魂体的宝物，一开始他还自认为，即便是身躯被摧毁，对方也拿他的灵魂没有办法。现在看来，就算是灵魂体，亦难逃一死。 扎都王还在发出微弱的惨叫声，乌巴王便大声说道：“人族，你放我一条生路！本王发誓，愿带领大军返回死之界，从此不再踏入这片生灵世界一步。”等乌巴王说完，扎都王已经彻底没有了声音，灵魂被星辰火种焚烧致尽。黑暗世界中，乌巴王精神警惕地防备着，等待着叶星的回答。我不信你，既然来了星辰大陆。 就别想离开，所以你还是去死吧！叶星的声音忽左忽右，忽前忽后，在黑暗世界的各个方向传来。显然，叶星说话时一直快速的在黑暗世界中移动着。乌巴王根本判断不出叶星的位置。叶星的回答并不是乌巴王想听的答案，顿时便有些激动起来，喝道：“人族，你非要拼个鱼死网破不成？本王座下十万大军！” 本王若死，他们必四散而逃。就算你实力再强，但你杀得了多少？总有死灵逃走。到那时，人族再无宁静之日。你在世时，或能护助人族不灭；千年之后，等你受元大限一到，这片生灵世界必被我死灵一族血洗，人族必亡。只要你放了本王，本王一声令下，便可以带着大军返回死之界，人族安稳无忧。 人族，你是想此界安稳无忧，还是想日后人族灭亡，死灵血喜天下？叶星闻言，冷冷一笑。乌巴王所说的，的确是个大问题。但是叶星拥有破虚神瞳，一界之内皆是势力范围。就算有死灵在大战中侥幸逃生，潜伏在星辰大陆，也逃不过叶星的双眼。只有将你们这些死灵一网打尽，人族才能真正的安稳无忧。 乌巴王、哈林王、扎都王在黄泉路上等着你呢，你也随他们而去吧。夜星的声音响起，同时一只黑焰箭矢穿梭虚空，向乌巴王射了过去。黑焰箭矢在黑暗世界中穿梭，无声无息，直到射至乌巴王百米之内，乌巴王才从敏锐的气机感应中察觉到有恐怖的攻击袭来。如此短的距离，即使乌巴王已经感应到，也为时已晚。 闪避不及，只能抵挡。乌巴王的实力比哈林王、扎多王强大得多，反应也快得多。锋锐的爪子寒光一闪，转爪之间便与黑焰之剑碰撞在一起，一声爆响，火花飞溅。乌巴王断裂一指，身体向后方飞去。黑焰见矢被乌巴王抵挡住了，断裂一指对于乌巴王而言算不上什么伤害。不过叶星的攻击。 不仅是这一剑而已。修乌巴王飞退中，叶星的第二级紧随而至。他五指并拢啄出，指尖如剑，猛啄向乌巴王的胸膛。砰！乌巴王一手护胸，挡住了叶星这一啄之力，又断裂一指。与此同时，乌巴王另一爪横扫而出，如同锋利的刀刃，横扫叶星的脑袋。叶星潜伏于黑暗世界中，乌巴王不知叶星的踪影。 但两人近身交战，身体接触，乌巴王自然能够准确的判断出叶星的身体位置。虽然叶星的攻击力更强，但是论肉身坚固，却不及乌巴王。脑袋自然受不住乌巴王一击。叶星令一手横掌扫出，抵挡乌巴王的攻击，攻向乌巴王胸膛的手继续保持快速攻击，连连猛啄前方。一眨眼的时间，两人交手十数招。 叶星的攻击力蕴含剑意，穿透之力，破坏力太恐怖了。乌巴王虽不停的阻挡，但整只手掌都被叶星一块一块啄下，彻底消失。而叶星阻挡乌巴王攻击的那只手臂，因肉身强度不及乌巴王，则更严重一些，不仅手掌没了，连整条手臂都被乌巴王的利爪切割成了粉碎。乌巴王损失一只手掌，叶星损失了整条手臂。 看起来好像是叶星损失更严重，然而对于拥有不死之身的叶星而言，结果恰恰相反。一眨眼的激烈交手后，叶星立即身退，潜入黑暗世界，血肉蠕动，被摧毁的手臂立即变长了出来。而乌巴王身体纵然坚固，却失去了多少就是失去了多少，想要重新生长回来，需要大量的血肉能量补充，并且也需要很长的时间。 叶星伤势复原，在原处拉开金岩弓，先是射出一箭，将乌巴王击退，然后身体瞬间冲上，对乌巴王又展开了狂风暴雨一般的攻击。这一次，乌巴王失去了一只手掌，防御大大减弱，再也抵挡不住叶星的攻击。一眨眼后，胸膛被叶星一啄击破，失欲被挖了出来。第八百四十八章大获全胜，尸玉一被挖出。 乌巴王的灵魂便脱离了身躯，有重重阵法限制，乌巴王的灵魂无处可逃，只能向尖叫着向叶星冲了过去。本王和你拼了，你也跟着来陪葬吧！话音落，乌巴王的灵魂便冲入叶星的身体，转瞬间便到达了叶星的眉心空间。星辰火种早已在眉心空间等待着乌巴王的灵魂自投罗网，瞬间便扑了上去。叶星拥有火种。 乌巴王早就通过扎兜王的话已经知晓，明知自己的灵魂会被星辰火种焚烧，可乌巴王此刻却并没有恐惧，而是有些疯狂地吼道：“灵魂秘术，爆裂！”轰！乌巴王的话音一落，他的灵魂便爆发出一股恐怖的力量，如同一颗炸弹爆炸。星辰火种刚刚划算上乌巴王的灵魂，便被这股爆炸的力量推开。灵魂是虚无体。 爆炸的力量也是虚无力量，对于叶星的眉心空间并未产生破坏效果，但是那虚无的爆炸波纹却是直冲叶星的精神意志而去。显然，爆炸的力量也只对虚无的精神意志有伤害效果。本王死，你也要死！乌巴王残存的一丝意志发出最后的尖吼。不过，就在这虚无的爆炸波纹接近眉心空间中央的精神意志时， 黑洞星象陡然间动了起来，化成一个巨大的黑洞漩涡，几乎覆盖了整个眉心空间。那爆炸波纹瞬间便陷入了黑洞漩涡中，被搅成了粉碎，化为精神本源之力，被黑洞漩涡吞噬，成为了叶星精神意志的养料。眨眼之间，叶星便感觉到自己的精神意志强大了许多，剑意越发的锋锐，隐隐有向更高层次突破的迹象。 乌巴王的灵魂若是不施展秘术自爆，叶星只能够用星辰火种将其焚烧至尽，无法直接吞噬，获得这样的好处。这结果恐怕是乌巴王万万也料想不到的。哈灵王、扎多王、乌巴王三个七星死灵王相继死于叶星手下。说来话长，实际上总共也没用多长的时间，十余个呼吸而已。死灵大军才冲入阵法区域不久。 和星辰大陆武者的战斗才刚刚开始，并且死灵大军足有十万，连绵数十里。真正冲入阵法区域的只有一半左右，位于后方的都还没有冲上来。乌巴王一死，这些死灵全部都感应到了。乌巴王是星辰大陆死之界的绝对主宰，唯一的领袖。乌巴王一死，对于死灵大军的影响非常大。 就算是那些主观意识不强的绿毛死灵，也因此而心生恐惧。乌巴王的命令约束随着他的死去而淡化，大量的绿毛死灵因恐惧而转身开始溃逃。至于有主观意识较强的死灵王，当然更是意识到危险，连乌巴王都被杀了，他们这些死灵王哪会是敌手？当然第一时间也想逃亡，然而落在最后面的绿毛死灵还未陷入阵法之中。 倒是能够逃之夭夭。那些陷入阵法的绿毛死灵、星毛死灵王，想退也脱身不了。击杀乌巴王后，叶星立即杀向了其他的死灵王，尤其是终极死灵王。除了为清轩、黑镖王之外，其他武者的攻击对终极死灵王都造成不了任何的伤害。终极死灵王的数量不少，他们一心想要突围，全力破阵。这些阵法困不住太久。 所以必须抓住机会将他们击杀，不说多击杀一个人族便少一份危险。仅是他们胸膛中的失玉，都是可遇不可求的无价之宝，那可是能够让王者都能快速提升修为的宝物。对付七星死灵王，哪怕只是哈灵王、扎兜王这种普通货色，叶星也得耗费一点精力。对付终极死灵王，那就轻松多了。叶星冲入终极死灵王中。 如虎入羊群，黑暗世界将他们笼罩，全部都成为了待宰的羔羊。叶星快若幻影一般，在黑暗世界穿梭着，所过之处，终极死灵王的胸膛破碎，尸域被挖出，身躯皆死。至于终极死灵王的灵魂，没有实际的攻击力，根本破不开阵法。叶星并不急着灭杀，先将躯体还活着的终极死灵王灭杀了再说。死灵王总数过五千。 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初级死灵王。叶星屠杀终级死灵王的时候，韦清轩也在屠杀初级死灵王。他的寒冰刚气配合其他王者的攻击，一杀就是一大片。至于初级死灵王的灵魂，韦清轩的轮回之光一使用便可轻易灭杀。如今韦清轩是三星王者，使用轮回之光比一星王者时轻松了许多，可以连续施展很多次，并且。 轮回之光有多种档次，档次越高，威力越强，消耗的力量也越大。灭杀初级死灵王的灵魂，只需要最低档次的轮回之光即可。以为清轩的实力，连续施展数百次都没有问题。死灵大军的数量虽多，但是实力到了王者级别，数量并不能成为一场战争的关键因素。最强实力的对决，才是战争真正的关键。 死灵大军的最强实力都被叶星灭杀，这场战争的结果自然是人族大胜。叶星收割着终极死灵王时，也施展破虚神瞳观察一下远处，发现溃逃的绿毛死灵绝大多数都向黑狱之海深处而去了，显然是想逃回死之界。但也有部分逃入黑狱之海后便脱离了队伍，这些绿毛死灵绕了个方向。 从其他方位又向星辰大陆而去，显然他们已经诞生了智力，不愿就此放弃生灵世界的美味血肉。叶星立即对黑标王传音，告知这些绿毛死灵的方位，让他带领王者截杀。黑狱之海沿线，林道臣布置了诸多传送阵法，可以通过传送阵到达黑狱之海边缘任何一段区域。黑标王有叶星提供消息，立即便带了一队王者。 向那些妄图从其他地方进入星辰大陆的绿毛死灵拦截而去。有叶星的破虚之眼监控，自然没有死灵能够越过防线。随着时间的流逝，死灵王逐渐陨落，这场战争到了尾声。最终，陷入阵法区域的死灵被全部歼灭，死灵王的灵魂亦全部灭杀。叶星获得了大量的玄级失玉。第八百四十九章：在灵星月。高风险意味着高收获。 死灵入侵既是大灾劫，但也同样是大机缘。对付不了死灵大军就是大灾劫，对付得了就是大机缘。入侵星辰大陆的死灵大军，大半都陨落，小半逃回了死之界。每一个陨落的死灵身上都有一块尸玉，这表示星辰大陆的武者获得了数万块玄级尸玉，对于尊者、王者的实力有着巨大的作用。其中。 丰收最佳的莫过于叶星，终极死灵王绝大多数都死于叶星手下，他们的失誉自然是被叶星所得。除叶星之外，获得失誉最多的便是为清轩了。初级死灵王死在他手上最多，其余的武者或多或少都各有收获。经历了如此机缘，星辰大陆的人族实力急速提升，大量的九星尊主因为失誉而突破星海境，成为王者。 星辰大陆迎来了一次真正的武道鼎盛，王者之多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又是一个年关过去，时间进入了暗星六年，这是叶星来到星辰大陆的第十四个年头，度过了二十九岁生辰，修为因失域之故飞速提升，和为清轩双,双双突破了星海境四重，成为了中阶王者。这一次黑域之海的空间波动足足持续了半年多的时间。 才恢复平静，生死两界之间的通道终于断绝，死之界的威胁终于彻底消除。按惯例，再有死灵入侵，至少也得等上数万年。叶星的实力早已经问鼎星辰大陆巅峰，绝对无敌。如今星辰大陆再无威胁，是时候前往星月大陆了。星辰大陆西贺州极西之地，一片荒芜沙漠的万丈高空之上。 有着一个巨大的空间漩涡，空间漩涡外，叶星、韦清轩、黑标王三人站在一起。叶星老弟，其实我真的想跟你们一起前往星月大陆啊！黑标王看着叶星两人说道：“可惜暗星王朝初建，根基还不稳固，不少王者心中还有恢复旧制、一家称王的念头。老兄，我不得不坐镇中枢，镇者天下。哎，黑标王吸收失域。” 修为再进一步，和叶星为清轩一样，已是四星王者。这是星辰大陆的修为极限。以黑标王的实力，自然能够通过大陆之间的空间通道到达星月大陆。但为了不使星月大陆陷入混乱，重回旧制，黑标王选择留下来，要将暗星王朝的根基稳固，确保新智能够继续运行下去。叶星拍拍黑标王的手臂，道：“黑标兄，以你的实力。” 随时都可前去星月大陆，不过星月大陆七大势力争雄，半神战在武道巅峰俯视天下，凤凰称帝的强者纵横于世。黑彪兄去了，可远不如在星辰大陆潇洒。我与清轩要前往暗星大陆，星月大陆是必经之路，并且我在星月大陆也有些恩仇，所以才不得不去。黑彪王道，高处不胜寒。你和清轩一走。 星辰大陆，我举世无敌，岂不寂寞？以后有了机会，还是要去星月大陆瞧瞧。哈哈。叶星微微一笑，道：“若黑彪兄日后到了星月大陆，可以前去北斗剑宗找我。若我还在星月大陆，日后可能还有再见之日。”叶星将当年代表北斗剑宗参加暗星神殿弟子选拔时获得的北斗剑宗权杖拿出，交给了黑彪王，拱手道：“黑彪兄。” 告辞了，黑镖王点点头，一路保重。告辞。韦清宣向黑镖王微微颔首，和叶心一起往那空间漩涡中心的通道中而去。一进入空间通道，一道锋锐的气息迎面而来。通道中的虚空极不稳定，一些虚空气流如刀刃一般，不亚于初阶王者的攻击，甚至有一些极强的锋刃，堪比四星王者的力量。若没有四星巅峰王者的实力， 进入这空间通道必死无疑。不过，这等程度的攻击对于叶星为清轩而言，就像是挠痒痒而已，连他们的护身罡气都破坏不了。两人在空间通道中急速飞行，畅通无阻。约一个时辰后，空间通道终于到了尽头，宽阔的空间通道最终缩小成了一个点，拥有一头强大的排斥之力，将叶星和为清轩挤了出来。 两人出现在一片天空之中，叶星向后方看去，并无空间通道的踪影。那一个最终的空间终点却是找不到了。叶星的打开破虚神瞳，才勉强发现了那个空间终点的存在。透过这个空间之点，隐约能够看到空间通道另一边的景象。叶星的破虚神瞳才修炼到第一层，纵然是通过空间通道看到的景象也十分模糊。那空间终点。 极其细微，并且排斥的力量指向外，不向内。哪怕是准神级的强者，也无法强行进入。怪不得武者只能从星辰大陆到达星月大陆，想要逆向进入空间终点，恐怕需要真神级的实力方可。叶星看着下方的大地，也是一片广阔无边的沙漠。他用破虚神瞳观望四周，很快便判断出来，这正是暗星神殿招收弟子所在的那片沙漠。 唯清轩看着四周，则是感受着虚空中的星力能量，到中等大陆的星辰之力，果然比低等大陆要强多了。在星辰大陆，我们的修为受到压制，无法突破五星王者。到了星月大陆，感觉浑身轻松。叶星微笑着点头，破虚神童的目光继续穿梭虚空，看向远方。渐渐的，叶星的脸色变了。叶星的目光看到了北斗王朝。 昔日的北斗王朝疆域无数万里，实力强大。可是，而今北斗王朝境内的城池却是纷纷变了旗帜，北斗王朝的旗帜全然不见，竟然变成了星象王朝的旗帜。这代表着北斗王朝的城池都已被星象王朝占领，这让叶星十分冒火。破虚神童的目光不断向前穿行，北斗王朝疆域中不仅有星象王朝的旗帜。 还有玄阴王朝、封魔王朝旗帜，就是没有北斗王朝的旗帜。直到叶星的目光穿透至北斗王朝的都城，北斗剑宗所在之地，才终于看到北斗王朝的旗帜。北斗剑宗只剩下了一座孤城。第八百五十章北斗危机。发觉叶星的脸色变化，韦清轩问道：“叶星哥，怎么了？”叶星收回了目光，道：“星月大陆变天了。虽然早有预料。” 但没想到这么快，仅仅几年，北斗王朝便分崩离析，北斗剑宗只剩下一座孤城了。六年前，暗星神殿在星月大陆招收弟子，星象宫回归了一位二涅准神——星营商，成为星月大陆唯一的二涅准神，打破了星月大陆数万年以来的平衡局面。那时，叶星便知星月大陆将要变天，局势会发生大变化。可是，北斗剑宗。 作为传承数万载的四星宗门，实力强大，叶星却没想到，仅仅六年，这天就变了。就连北斗城这座孤城，也只有内城区域还在北斗剑宗手中，外城也已沦陷。在外城，叶星看到了三位准神强者，分别是星象宫的星承机，风魔谷的封号、玄英殿的玄渊。六年前，叶星参加暗星神殿的弟子选拔时，都见过。 以叶心过目不忘的本领，自然是忘不了他们。星相宫、风魔谷、玄阴殿皆有准神强者坐镇北斗城外城，并且还有诸多星海境的王者。可见，北斗剑宗一直处于被包围之中。至于内城中，北斗剑宗两位准神风汉秋、风君月皆坐镇宗内，两人愁容满面，显然是为北斗剑宗如今的局势郁闷不已。星相宫。 封魔谷玄阴殿打下了整个北斗王朝，唯独对北斗城内城围攻不下。叶星猜测，应该是北斗王朝数万年积累的王朝龙运之故。叶星是借助了北斗王朝的名义，才得到参加暗星神殿弟子选拔的名额，并且他与风萧萧也算是至交好友。北斗剑宗有麻烦，他绝不能不顾问。叶星神色肃然，眼中深处隐有杀机透露。 到清轩，我们先去北斗剑宗。为清轩点点头，两人当即如流光飞逝，向北斗剑宗所在方向而去。途中，叶星继续施展破虚神瞳，观察另外几大王朝局势。星象宫、封魔谷、玄阴殿都打到北斗剑宗家门口了，这三大王朝自然后方无忧。叶星主要观察的是金狮王朝、巨灵王朝、斩月王朝这三大势力。金狮王朝。 并没有什么变化，准神金红城也并未坐镇于金狮宗内。金师宗没有准神坐镇，却并没有被星象宫、风魔谷、玄阴殿等势力攻占。结果恐怕只有一个：金师宗投靠了这三大势力。当叶星观察巨灵王朝时，证实了这一点。金红城正随星象宫、风魔谷两大势力在攻打巨灵宗。巨灵宗和北斗剑宗一样，王朝名存实亡。 只剩下王都内城还掌控在自己手中。此刻，星象宫的二孽准神星银商、风魔谷准神风弄影正带领着众多王者围攻巨灵城内城。巨灵宗准神鲁正宏控制巨灵王朝的王朝龙运，正与星营商、风弄影、金红城三位准神大战。巨灵王朝的龙运是一条蓝色巨龙，足有数千丈长，盘踞于巨灵内城上空。 实力十分强大，对战星银商、风弄影两人，都不落下风。不过，王朝龙运并非无穷无尽，巨灵王朝已经名存实亡，龙运失去了来源，每消耗一分，便少一分。星银商、风弄影、金红城虽无法攻破巨灵王朝的龙运，但其目的恐怕是在于消耗。等巨灵王朝的龙运消耗到一定程度，力量减弱，就可一举攻破。 灭了巨灵宗，不过王朝龙运经历数万年的积累，极其澎湃，恐怕不是短时间能够消耗得了的。斩月王朝的状况，目前和北斗剑宗一样，也是只剩下了王都内城，星象宫准神星月红，封魔谷准神风少元坐镇于内城之外，让斩月宗自顾不暇。总的而言，现在星月大陆七大势力分成了两个阵营，一边是星象宫，封魔谷。 玄阴殿金师宗，另一边是北斗剑宗、巨灵宗、斩月宗。目前的形势对于北斗剑宗、巨灵宗、斩月宗三大势力极其不利。另外四大势力的战略是先围困北斗剑宗、斩月宗，然后全力攻打巨灵宗。连星辰大陆的王朝势力，任由王朝龙运消散，都要百年左右的时间。星月大陆七大王朝，每一个王朝的实力都比星辰大陆的王朝更强。 存在的时间也更久，积累的王朝龙运肯定更为澎湃，自然消散需要的时间也必然更久，也许要一百多年，甚至两百年。巨灵王朝的王朝龙运也会消散，但是如果有人能够抗衡王朝龙运的力量，一直攻打的话，那消耗的速度就快了，恐怕比自然消散要快上十倍不止。原本需要一两百年才能消散的王朝龙运，可能一二十年就散了。 星月大陆七大势力都有武者在暗星神殿修炼，每隔百年便有人从暗星大陆回来。星银商等人显然是不想将战争时间拖得太长，以免出现变故。要在百年之内将北斗剑宗、斩月宗、巨灵宗都灭掉，那么百年之后，即便三大宗门有了不得的天才从暗星神殿回来，没有了根基，也无力回天。事情按照正常的发展。 没有出现什么变故的话，北斗剑宗、斩月宗、巨灵宗恐怕真的会在百年之内被灭。不过，现在出了叶星这个意外，结果就不一定了。北斗剑宗旷天大地正在一处心力充沛的宝地修炼，这里的星辰之力虽然充沛，对于王朝的修炼大有益处，但对于九星王者而言，作用就非常小了。只不过，北斗剑宗正处于危难之秋。 旷天大帝一心想突破星夜境，成为准神。北斗剑宗之内可没有助人突破准神的宝地，所以只能在心力充沛的地方修炼，勉强能够提升一丝几率罢了。突然，旷天大帝感应到通讯珠中有讯息传来，停止了修炼，拿出通讯珠一看，脸色顿时变变得惊愕起来，竟然是叶星发来的消息。风宗主，晚辈叶星自暗星神殿而来。 祝北斗剑宗脱离困境，请宗主通知汉秋前辈和君越前辈于城南接应晚辈。第八百五十一章不可思议，足足愣了一个呼吸的时间，旷天大帝才反应过来。对于封地的九星王者，一个呼吸可以出手十几二十招，算是很长的时间了。可见旷天大帝对于夜星传来的消息有多惊讶。星月大陆的武者成为暗星神殿的弟子后。 还从来没有提前回来的，只有每隔百年，大暗星神殿招收新弟子的顺路船才能穿越空间通道重回星月大陆。可是上一次暗星神殿招收弟子才过去六年，叶星竟然就从暗星神殿回来了，这怎么可能？由不得旷天大地不震撼，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想要在星空大陆间穿梭，唯有真神强者才能做到。 准神强者也得借助杜虚神舟才行，可杜虚神舟穿梭一次星路之间的虚空，消耗是十分惊人的，不亚于一位普通准神一生收藏的财富。叶星来到暗星大陆，要么是真神强者亲自送过来，要么是准神强者用杜虚神舟送过来。无论是哪一种方法，况天大帝都不敢置信。况天大帝也曾是暗星神殿的外门弟子。 自然知道真神强者是多么的高高在上，自然知道渡虚神州是多么的宝贵，所以看到叶星的讯息，旷天大帝第一瞬间便是惊愕，惊愕过后是震撼，震撼过后便开始怀疑了。过了一会儿，旷天大帝的通讯珠又有讯息传来：风宗主，晚辈在暗星神殿被真神长老看中，收为弟子。我师尊得知北斗剑宗有难。 送我前来助北斗剑宗脱离困境，叶星见旷天大帝没有回信，便知自己已是暗星神殿弟子，本该在暗星大陆，突然出现在星月大陆，的确是惊世骇俗。旷天大帝有所怀疑，在情理之中，所以叶星立即又发了一条讯息。叶星现在虽是死星王者，实力在高阶王者中都算是强大，但与准神是万万无法相比的。 凭他的个人实力，无法左右星月大陆的局势。想要快速解决北斗剑宗的困境，唯有动用的自天宫大陆的神器。叶星出现在星月大陆已经够惊世骇俗了，再拿出神器，那更是令人震撼。叶星可没法一一解释，但捏造出一个真神强者的师尊，一切都说得通了。第二次收到叶星的讯息，旷天大帝顿时激动起来，虽然他还是有些惊疑。 但叶星给出的理由至少合理，让他有些相信了。况天大帝立即将消息汇报给了风汉秋、风君月两位准神。风汉秋、风君月得知，同样震撼，并且大为惊喜。若果真如叶星所说，那么北斗剑宗就有救了。风汉秋当即做出决定，道：“君月，你同我杀出城去，对付新城机、封号玄渊三人。况天，你抓住机会。” 速去城南接应叶星。北斗城东城，突然间虚空破裂，风汉秋、风君月两位一孽准神穿梭虚空而出，各自祭出一件神兵，杀向星象宫、风魔谷、玄鹰殿的武者。哈哈，几声狂笑。风汉秋、风君月前方虚空开裂，三位准神同时现身，正是星乘机、封号玄渊三人。准神穿梭虚空，同是准神。 对此有所感应，风汉秋和风君月意穿梭虚空，星城、基三人便感应到了，立即拦截。星城、基哈哈笑道：“汉秋老鬼，你们想去巨灵城帮忙？哈哈，没门！北斗城四周早已布置了反传送阵法，传送阵法无法传送出去，所以星城、基、封浩、玄渊三人才能带人围困得住北斗城。”星城、基三人也同时祭出神兵。 顿时便将风汉秋、风君越的攻击都拦了下来，以三比二稳占上风。不过，三人倒是估错了风汉秋两人的目的，他们以为风汉秋两人是想突围前去巨灵城帮忙，却不知两人却只是为了吸引三人的注意，好让旷天大帝能从城南接应叶星。东城的大战一起，旷天大帝便给叶星发去了讯息，然后带人从南城杀了出来。 旷天，大帝所带的武者，皆是封皇称帝的高阶王者，在北斗剑宗都是内门长老的级别，一杀出南城，便如同一把尖刀，刺入星象宫、封魔谷、玄阴殿三大势力武者所组成的封锁线。凤旷天，你竟敢离开北斗城，简直就是自寻死路！给我杀，格杀勿论，一个不留！一人大声喝道：“是一位九星大帝，星象宫、封魔谷、玄阴殿。” 各有一位九星大帝围困于北斗城外，他们布下的反传送阵法，只是针对于北斗剑宗乙方的传送阵法不受影响。北斗城外四周都布置了传送阵法，三大宗门的武者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内出现在北斗城四周任意一片区域。随即又有两声大笑传来，声音澎湃至极。另一个人为九星大帝也到了。叶星和为清轩。 隐藏于南城之外，收到旷天大帝的讯息，便开始向城中潜入。见大战一起，避开了众人战斗的区域，急速向内城而去。什么人？一声大喝从前方传来，一位七星王者飞入空中，阻拦在叶星、为清轩面前。此人身着星象宫的服饰，定然是星象宫一位内门长老。杀！叶星一声冷喝，对于星象宫的人，自然是杀无赦。 韦清轩顿时运转了寒冰星象，一掌拍出，极致的寒气如同狂风一般，瞬间向前方蔓延。找死！那七星王者见两个四星王者也敢在他面前动手，顿时大怒，一声喝道，便出拳向韦清轩轰了过来。拳刚掌印碰撞，一声爆响，罡气四溅。这七星王者神色猛然一变，那寒气掌印的威力竟然不弱于他。更可怕的是。 那寒气如复古之躯，顿时便顺着拳境蔓延到了他的身上，让他忍不住打了个冷颤，感觉体内的血液都瞬间冻结了一般，身体冻得有些跟不上意念。修叶星剑意附体，穿梭虚空，瞬间出现在这七星王者面前，一指点出，指刚如剑。受寒气影响，那七星王者反应大大减慢，眼睁睁看着这一指着中了自己的脑袋，砰的一声。 脑袋开花，七星王者瞬间毙命。第八百五十二章，中品神兵叶星雨为青轩联手击杀七星王者，易如反掌。只是耽搁了眨眼之间，随即两人的速度不减，以一袭百里继续向内城冲去。星象宫、风魔谷、玄英殿的三位准神被风汉秋、风君月两位准神拖住，大部分的高阶王者也都被旷天大帝带领的队伍给吸引住了。 所以，其他方位的防守自然不弱。叶星河、韦清轩所在的区域，实际上由一对星象宫的王者看守。那个七星王者是队伍首领，其余的王者因关注原处的大战，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七星王者第一个拦截，结果被叶星河、韦清轩转瞬即杀。其余的王者哪还敢阻拦？被吓得四散而逃，连忙向九星大帝汇报。等他们汇报完结。 九星大帝得知消息，几席间，叶星和韦清轩已经飞过数百里，到达内城边缘。叶星和旷天大帝一直联系。旷天大帝虽与对方的九星大帝战斗，却派了一支队伍接应叶星。双方已经碰头，带着叶星、韦清轩进入内城而去了。撤！旷天大帝一声令下，刚才的目的只是为了吸引对方武者的注意，一阵冲杀。 实际上并未离开内城太远，如今后撤，很快便撤入内城中。星象宫、风魔谷、玄鹰殿的王者追至内城边缘，不敢再追。内城中可是有着大量大乘五级阵法，甚至还有六级残阵，就连一孽准神陷入阵中都有很大的麻烦。带众王者退入内城，封汉秋、封君月两人也抽身而退。对方三位准神虽然稳占上风。 但想留住风汉秋和风君月却是做不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两人退入内城。想支援巨灵宗，哈哈，做梦！看着风汉秋、风君月的身影消失，星城基大声笑道。至此，他都以为北斗剑宗是想突围去支援巨灵宗，将北斗剑宗的武者打退，心中高兴的很。北斗剑宗大殿，叶星和为清轩被北斗剑宗的队伍带至了这里。 很快，况天大帝、风汉秋、风君越两位准神相继到来。凤凰称帝的内门长老也有上十个，无一例外。看着叶星，他们都既是惊愕又是惊喜。叶星抱拳向众人见礼：“汉秋前辈、君越前辈、风宗主、各位长老。”况天大帝看着叶星，道：“叶星，你果真是被真神长老收为弟子了。”说完。 况天大帝才注意到韦清轩，问道：“一，这位是？”叶星点点头，道：“这位是我伴侣，韦清轩。”待韦清轩和况天大帝等人互相打了声招呼之后，叶星继续说道：“若不是被真神长老收为弟子，我怎会返回星月大陆？师尊将我送回星月大陆，一来是以为我是北斗剑宗弟子，让我回来帮助顾宗；二来也是对我的锻炼。” 让我在星月大陆修行，日后凭自己的力量返回暗星大陆。虽然叶星的说法实际上有漏洞，那就是无法解释韦清轩为何与叶星一同前来星月大陆，但众人心系北斗剑宗的安危，倒是没有多想叶星此言的真假。风汉秋准神对于北斗剑宗的安危最是心急，急切地问道：“现在如何才能助本宗脱离困境？”叶星微微一笑，道。 师尊让我带了一些宝物，汉秋前辈有这些宝物，不说反攻星象宫、封魔谷，至少恢复北斗王朝应该没什么问题。况天大帝、封汉秋、封君月等人目光都是一亮。封汉秋道：“叶星，如今你也是暗星神殿弟子，更是真神强者的高足，可千万别再称我等前辈，称我等一声师兄即可。不知你带来了什么宝物？”好。 汉秋师兄，叶星点点头，双手一抬，两手之中各出现了一柄宝剑。宝剑一出现，那强大的气息便让众武者双眼一直。风汉秋、风君月两位准神看着这两柄宝剑，更是目中绽放出金光，同时惊呼出声：“中品神兵！神兵是神器中的攻击器具，分为下品、中品、上品、极品四个级别。神器尊贵。” 高一个品级，威力、价值便有巨大的差别。大多数准神使用的神器都是下品，四念以上的强大准神才能较为轻松的得到中品神器。至于上品神器，极少有准神拥有，基本都是真神强者才拥有的宝物。而极品神器，那更是真神强者都极少拥有的至宝。星月大陆七大势力传承数万载，手中都拥有神器。 但只是最普通的下品神器，没有一件中品神器。中品神器的价值根本不是初入新灭境的准神能够购买得起的。而现在，叶星却是拿出了中品神器，并且一拿就是两件。风汉秋、风君月如何不震惊？不错，是中品神兵。叶星点头，将右手中的宝剑递给风汉秋，道：“这柄是逐日追星剑，特点是速度快。” 适合汉秋师兄使用。然后叶星将左手的宝剑递给风君月，道：“这柄是镇天神威剑，特点是力量强，适合君越师兄使用。”风汉秋、风君越接过叶星递过的宝剑，激动不已。这、这真是给我们的！两人有种难以置信的感觉。他们都曾是暗星神殿的核心弟子，自然知道中品神兵有多珍贵，那根本不是一般的准神能够拥有的。 别说是中品神兵，就算是下品神兵，对于一孽准神都是极为宝贵的。北斗剑宗每个千年左右便会出一位准神，数万年来，准神族有数十位，但是在暗星神殿带回神器的却只有三位而已。风汉秋、风君月都没有从暗星神殿带回神器，他们使用的神器都是北斗剑宗前人留下的。中品神兵虽然珍贵。 但叶星却有不少，并且剑类兵器并不适合他使用。等他成为九星王者，可以进入天宫大陆，获得落天宫的所有宝物，并且还能够进入星辰秘境，获得星辰至尊的传承。对于叶星而言，中品神兵也不算什么太珍贵的物品，送人也无妨。第八百五十三章准神之战。叶星道：“当然是给两位师兄的。中品神兵虽然宝贵。” 但对于我师尊而言却不算什么。两位师兄不必客气。两人大喜。风汉秋道：“好好，有这逐日追星剑，星银商河族俱灾，老夫足可与他一决高下，再也不用依靠王朝龙运守着这方寸之地了。”风君月一点头道：“再加上我，就算是星象宫、风魔谷、玄阴殿、金师宗联手，我北斗剑宗亦可战之。”哈哈，汉秋师兄。 还等什么？我们直接杀向星象宫，巨灵宗的危机自然便解了。两人心情大畅，兴奋的大笑起来，互视一眼，同时向叶星行了一礼，道：“多谢叶星师弟，多谢尊师。”叶星呵呵一笑，道：“准神之间，每个一众境界实力差距比王者之间更大。星银伤是二孽准神，仅凭一件中品神兵，恐怕也不好对付。不过……” 有两件中品神兵，两位师兄联手就不怕他星银商不败。风汉秋微微一想，点头道：“不错，现在巨灵宗正被星银商等人攻打，我们之前想救援也有心无力，现在有了这个实力，该立即去救。”北斗城东城虚空开裂，风汉秋、风君月两位准神从裂开的虚空中走出，准神气势爆发，威势如排山倒海一般。 天空中气浪翻滚，云涛如海。星城机、封号、玄渊三位准神立即穿梭虚空而至，出现在封汉秋两人前方。此时，三人早已得知先前的战斗中有两位四星王者冲入了内城之中，不过三人对此并没有在意，两位四星王者而已，就算联手比七星王者还厉害，也不被他们放在眼里。看着封汉秋、封君月。 新城基嘿嘿一笑，道：“老不死的，你们又想耍什么花样？总之想去救援巨灵宗，你们是做梦。”封号的年纪比新城基要小几百岁，看上去要年轻很多，但也是满脸阴笑，嘿嘿。等灭了巨灵宗，就轮到你们北斗剑宗了。封汉秋冷哼一声，道：“新城基，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都给我去死吧！”说话间，封汉秋一捏剑诀。 祭出了逐日追星剑，哗！一道璀璨的剑光凭空出现，这剑光似乎分割了天地，透露着浩瀚神威，令人不敢逼视。星城机、封浩、玄渊三人脸色大变，惊呼道：“中品神兵！”封汉秋冷声道：“不错，正是中品神兵，疾风荡天剑诀，给我杀！”咻！随着封汉秋的剑诀一指，逐日追星剑如同狂风席卷。 剑光扫荡，一层又一层向新城基杀去。新城基脸色大变，他和风汉秋交手过数次，两人的实力在伯仲之间。但是，使用了中品神兵的风汉秋，此刻的爆发出的实力，确实让他感到心悸，有一种面对新营商出手的感觉。新城基大声喝道：“助我一臂之力！”说话间，新城基也祭出一件神兵，是一件金色的四方宝印。 名叫金刚震天印，金刚震天印绽放着璀璨的金光，变得山峰般大小，冲天而起。砰砰砰砰砰！逐日追星剑所攻出的剑光，一层又一层击在金刚震天印上，不断的发出巨响声。眨眼之间，也不知道交锋了多少次，金刚震天印的璀璨金光顿时变得暗淡起来，光芒大减。庆成机满头大汗，金刚震天印在天空中颤抖。 抵挡风汉秋的攻击极为吃力。这时，封号玄渊已同时出手，风魔灭神印、阴风鬼剑诀，两人同时大喝。封号戴着一双下品神兵手套，眨眼间捏出上百次手诀，拍出那一层层手印，复杂至极。而玄渊则是祭出一柄下品神兵宝剑，刹那间天空中阴风阵阵，隐隐中有鬼哭狼嚎之声。风魔灭神印、阴风鬼剑诀。 两大神武在金刚镇天印左右同时攻入重重剑光之中，颤抖的金刚镇天印顿时稳定下来。封号玄渊挡住了逐日追星剑的大部分攻击力，新乘机的情况渐渐好转，长吁了一口气。封汉秋虽然因逐日追星剑而实力大增，但与三位准神硬拼也占不到上风。不过，逐日追星剑的特点在于速度，而不在于力量。 与敌硬拼，发挥不出其真正的威力。风汉秋微微一笑，手中捏着的剑诀一变，喝道：“急！”唰！只见漫天剑光陡然间凝聚于一点，逐日追星剑显现，仅出现了转瞬之间，变化作一道流光，消失不见。逐日追星剑并非消失了，而是速度太快，造成了视线忽视。只见剑光在空中一绕，转瞬之间。 便绕过了金刚震天印以及封号玄渊的攻击，刺至了星城机的面前。星城机寒毛一炸，感应到一股恐怖的危机，心中大骇。回星成机一声猛喝，那如山一般大的金刚震天印，如同流星一般向星城机飞回，转眨间便回到了星城机面前，缩小成了脸盆大小，堪堪挡住了逐日追星剑的攻击。缩小的金刚震天印。 力量小了许多，砰一声爆响，金刚震天印被一剑级的倒卷而回，撞中了新成基的身体，新成基胸膛塌陷，口吐鲜血，身体向后方爆射而去。封封号一声大喝，逐日追星剑与金刚震天印的碰撞速度一停，封号立即抓住机会，一组手印拍出，封魔灭神印，封魔印封印，灭神印攻击。 封号此刻全力施展封魔印，一道道封印笼罩了逐日追星剑。封汉秋施展疾风荡天剑诀，全力催动逐日追星剑。逐日追星剑一阵颤动，纵是中品神兵，一时间竟也挣脱不得。可见封魔印的封印力量之强。全渊见状大喜，手捏剑诀向封汉秋一指，喝道：“死！”阴风一卷，天空中的下品神剑闪过一道璀璨的光芒。 趁着逐日追星剑被封魔印封印之际，杀向风汉秋。嘿嘿，这时一直没有出手的风君月嘿嘿一笑，只见他陡然间手捏剑诀，喝道：“天龙镇月剑诀！”呼，一道剑光出现，带着气势蓬勃的气息，凭空出现。这剑光大如山岳，内有天龙飞舞，立众万钧，从天而降，斩在玄渊祭出的下品神剑之上。一声脆响。 下品神剑顿时向远处翻飞，玄渊身体一晃，喷出一口鲜血。又是中品神兵，玄渊一声尖叫，声音骇然。第八百五十四章难以置信。风汉秋的实力核心成机，封号，玄渊三人都很相近，但拥有一件中品神兵，实力达到了连三人联手都落入下风的程度。现在，封君月也寄出一件中品神兵。 星城机、封浩、玄渊三人无不变色，心中又惊又恐。惊的是，北斗剑宗明明没有中品神兵，以前封汉秋、封君月也从来都没有使用过中品神兵，怎的突然之间，两人便各自都有了一件中品神兵？中品神兵可不是大白菜，在星月大陆，那是无上至宝，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至强神兵。如此至宝，封汉秋、封君月竟然一人一件。 真是怪哉，令星城机三人不敢置信。电光火石之间，三人便想到了之前下属汇报的消息：有两位元四星王者冲过封锁，进入了内城之中。北斗剑宗本没有中品神兵，刚刚有两位四星王者进了北斗剑宗，风汉秋和风君月便一人有了一件。这时候，星城基三人哪还不明白，两件中品神兵定然与那两位四星王者有关。 姓程基三人顿时肠子都悔青了。早知道有两位四星王者带着中品神兵进北斗剑宗，那时候他们何必与风汉秋、风君月纠缠？直接杀了那两位四星王者，抢了两件中品神兵，强攻之下，用不了三年五载，北斗剑宗的王朝龙运就的耗光，能彻底歼灭了。此时说什么都迟了。如果风汉秋、风君月只有一件中品神兵， 他们还敢斗上一斗？有两件足以威胁到他们的生命，哪还敢再战？好师弟，冤师弟，撤！被自己的金刚震天应急得口吐鲜血，暴退至原处的新成基一声大喝，说完便化作一道流光，急速远遁，速度之快，至少一袭六百里。新成基虽出言提醒，但此时封号玄冤哪还不知要撤？他们需要的不是新成基的言语提醒。 而是新成机的实际帮忙。新成机一逃，他们只能硬扛风君月施展的天龙震岳剑诀。震天神威剑劈飞玄渊的下品神剑，气势如虹，丝毫不减。转瞬之间，便斩至了玄渊面前。玄渊神色惊恐，身体向后方暴退，同时手捏防御剑诀，激发出密密麻麻的护体剑罡。仓促之间，哪能防御得了震天神威剑的恐怖力量？ 轰！一声爆响，玄渊的护体剑罡全部溃散，身体如一发炮弹向后方爆射而出，鲜血挥洒出一条长线。玄渊的身体如同干涸的大地一般，裂出大量的裂痕，皆是剑气所伤。其中一道主剑痕又深又长，连神骨都劈断了，大片的内脏都绞成了粉碎。不过，准神拥有不死之身，只要身体没有在一瞬间完全粉碎。 就不算是致命之伤，只需要消耗生命力便能快速恢复。玄渊顺着这一击之力向后方远遁而去，血肉蠕动，被毁坏的身躯急速修复，眨眼之间便恢复如常。玄渊被击伤的那一刻，逐日追星剑也穿透了封魔印的封锁。此刻，封号也正转身逃遁，速度比起新城机玄渊丝毫不逊。但是，逐日追星剑的速度。 却比封号更快，如流光破空，转瞬之间便追上了封号，从后脑一穿而过，将脑袋刺成了血肉碎片。脑袋没了，封号的速度却不减，一袭六百里，急速远遁。血肉蠕动，脑袋眨眼间又长了出来。准神速度极快，追杀不易。封汉秋、封君月并未追杀新城姬三人，而是眼光一碰，不约而同地做出了决定。轰！ 风君月催动震天神威剑，施展天龙震月剑诀，如山岳般的剑罡带着恐怖的攻击力，向星象宫、风魔谷、玄阴殿的武者杀去。王者的速度比起准神可差远了。新城基三人逃了，但三大势力的王者确实没那么快。等他们看到新城基三人逃遁，自己想逃时已经迟了。震天神威剑势不可挡，反传送阵法瞬间被摧毁。 王者死伤一大片，风汉秋则瞬间穿梭虚空，出现在北斗城外另一处位置。这里聚集了三大势力大量的王者，逐日追星剑祭出，自然也是一场轻而易举的屠杀。杀！此时，旷天大帝也带着北斗剑宗的武者从内城杀出，星象宫等三大势力的武者全线溃败。这一战，除了星城机、封号、玄渊三位准神逃走。 亡者只有极少部分通过传送阵逃生，其余尽皆陨落在了北斗城。巨灵城，星银商等人正在外城休息，恢复体力。巨灵宗的王朝龙运已经没有了来源，消耗多少就是多少，得不到补充，无需一直攻打。突然间，星银商、风弄影两人的通讯珠都收到了讯息，并且剧烈的战斗起来。 显然是有人传来了极其重要的讯息，用了特殊传讯方式。两人神色一样现如今，北斗剑宗、巨灵宗、斩月宗的王朝都已经被摧毁，只三大宗门只能依靠王朝龙运守住王都内城的方寸之地，苟延残喘。灭掉这三大宗门，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还有什么事情是十万火急之事？经银商和风弄影拿出通讯珠，随即。 两人的脸色便同时一变，露出震惊之色。风弄影向新银商看了过去，道：“银哥，你也收到消息了？”新银商点点头，惊声道：“北斗剑宗竟然出现了中品神兵，并且风汉秋和风君月还是一人一件，这怎么可能？”风弄影神色震撼的道：“是啊，中品神兵何等宝贵，就算是在暗星神殿，通常也只有四虐准神以上的师兄才拥有。” 出阶准神拥有的极少，北斗剑宗怎么可能会得到中品神兵？两人面面相觑，难以置信。但是新城基封号都传来了这个消息，显然不可能有假。新营商顿时起身到攻打巨灵宗暂时先放一放，去北斗剑宗看看中品神兵，岂是封汉秋、封君月有资格拥有的宝物？”哼！两人立即通知了金鸿城。 带着星象宫、封魔谷、经失踪的王者离开了巨灵城。巨灵城中，准神鲁正洪感应到星银商等人离去，神色为讶。对方已经围住巨灵城，连续攻打了一年多，竟然会突然离去，实在古怪。第八百五十五章攻打星象宫。星银商离开巨灵城不久，又收到了新城基的传讯。星银商一看大怒。 风汉秋、风君越竟然带着北斗剑宗的强者往星象王朝而去了。北斗剑宗的目的很明显，要趁着星象宫的准神在外，强攻王都，毁坏龙运。王朝龙运乃是宗门的根基，一旦宗门遭难，王朝龙运族可庇护上亿两百年的时间。北斗剑宗要去毁星象宫的根基，新营商如何不怒？新营商立即给围困斩月宗的星月红发去了传讯。 让其暂时回宗应对北斗剑宗的入侵。风弄影也给风少元传讯，让其带着风魔谷的武者前往星象宫支援。北斗剑宗直取星象宫王都，采取的是围魏救赵的手段，一下便解决了巨灵宗、斩月宗的围局。在星象宫风魔谷的武者撤退后，巨灵宗准神鲁正宏、斩月宗准神邱敏君也收到了北斗剑宗的传讯。 鲁正红、邱敏君得知封汉秋、封君越拥有了中品神兵，又惊又喜，终于明白了星象宫封魔谷的武者为何撤退。当即，两人也离开了宗门，往星象宫而去。星象王朝存在的时间比北斗王朝还久，王朝龙运自然浑厚澎湃，想要摧毁绝非易事，短时间内不可办到。所以，新银商虽怒，却并不着急。 等着和星城姬、星月红等准神都汇合了，才一起返回星象王朝王都。此时，鲁正红、邱敏君已先一步与北斗剑宗的武者汇合在了一起。汉师师兄、君君弟、鲁正红、秋敏君远远地便看到风汉秋和风君月各自控制一柄中品神剑，正在猛攻星象王都内城的阵法，声音震天，中品神剑威力恐怖。 使得风汉秋、风君越的攻击力都达到了二涅准神层次，五级阵法根本阻挡不住，纷纷被摧毁。就连一些六级残阵也都摇摇欲坠。就连星象宗的王朝龙运，虽然已经觉醒，但没有准神控制，在星象宗主万象大帝的控制下，一直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不过，王朝龙运毕竟浑厚，即便九星王者控制。 比起准神的消耗要快了数倍，那也需要不少时间才能够彻底摧毁。风汉秋、风君月停止了攻击，很快，鲁正红、邱敏君便来到了两人面前。鲁正红、邱敏君的目光落在风汉秋两人的中品神兵上，神色激动，不仅欢喜，更有羡慕。鲁正红声音震撼的道：“真的是中品神兵，汉秋师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们怎么会有中品神兵？鲁正红的确是震撼。他和风汉秋年纪相差并不远，以往看到风汉秋都称之为汉秋老鬼，而今风汉秋手持中品神兵，威势滔天。鲁正红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对于风汉秋正视了许多。风汉秋、风君月两人脸上都是兴高采烈的神色，心情十分愉悦。风汉秋呵呵一笑。 道，这是我北斗剑宗的大福运、大造化，哈哈！你们可还记得六年前暗星神殿来星月大陆招收弟子，那个以我北斗剑宗弟子名义参加比试的叶星？鲁正红、邱敏君同时点头。鲁正红道：“当然记得，他以星级境九重的修为击败了众多王者，乃是比试的第一名。”汉邱师兄，他与此事有何关系？风汉秋喜色更深浓，道。 叶星师弟天纵奇才，在暗星神殿被真神长老看中，收为弟子。真神强者可穿梭各个星空大陆，得知星月大陆之变化，便送叶星师弟回星月大陆解北斗剑宗之围。这中品神兵都是叶星师弟带来，尊师所赐。鲁正宏、邱敏君听得目瞪口呆，中品神兵就已经够令人震撼的了，竟然还牵扯到了真神强者。 鲁正红和邱敏君年轻时也曾入暗星神殿修炼，从外门弟子到内门弟子，最终成为核心弟子，潜力耗尽才返回星月大陆。自然知道暗星神殿中真神强者是何等的高高在上，与准神完全是天与地的区别。邱敏君喜道：“竟有如此好事，真是可喜可贺！进入暗星神殿仅仅,仅数年，便被真神长老收为弟子，此等事机。” 暗星神殿也极其少见，我星月大陆的弟子，这可还是第一次。岳敏君说话时，鲁正红已顺着风汉秋、风君月的目光看去。不远处，北斗剑宗的王者中，叶星正与旷天大帝并肩而立。仅仅过去六年，对于叶星这个在暗星神殿招收弟子大比的第一名，鲁正红和邱敏君自然记得很清楚。两人目光中尽是唏嘘之色。 那日哪曾想过叶星会有如此出息？见两位准神落在自己身上，叶星远远的点头示意。风君月摸着手中的震天神威剑，眼中战意凛然，道：“这几年我们受尽了星象宫的鸟气，现在终于有了还手的力量，哪能在这里干站着？正红师兄、敏君师姐，既然来了，一起出手吧！今天好好出一口恶气。”鲁正红喝道：“好！” 这两年，新银商等人一直强攻我巨灵宗，本宗的王朝龙运几乎都快损失一两成了。今天也要星象宫尝尝我们的厉害。风汉秋、风君月继续祭出手中的中品神兵，鲁正红、邱敏君也随即出手。四大准神向星象宫的王朝龙运发出猛烈的攻击，恐怖的爆响声震天动地，声势骇人听闻。鲁正红、邱敏君到后，没过多久。 星银商等人便到了。星象宫、风魔谷、玄阴殿、金师宗，整整四大宗门的强者。其中，星象宫有三位准神，风魔谷也是三位准神，玄阴殿有一位准神，金师宗有一位准神，总共八位准神。王者的数量更是足有数百人，封皇称帝的高阶王者足有数十位之多。八位准神，数十高阶王者。 数百出街中阶王者汇聚在一起，那气势之强，自不必说。天空中风云开道，气浪滔天，如同一头洪荒神兽在移动。远远的，风寒秋等人便感应到了新银商等人的到来，停止了攻击。双方很快便在星象宫外城的天空中对峙起来。第八百五十六章大战开始。新银商，你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吧？哈哈哈哈。 风君月远远地看着星银商等人，率先大笑起来。两人都是六年前从暗星神殿回到星月大陆，在暗星神殿中，两人都是核心弟子，早就明争暗斗了许久。不过，随着新银商突破二涅准神，在暗星神殿的地位就远远超过风君月。两人之间的争斗，便是星银商一直占据着上风。后来回到星月大陆，也是星银商牢牢压制着风君月。 就连北斗王朝都被星银商摧毁，而今中品神兵在手，风君月的实力今非昔比，终于又有了与星银商一决高低的力量，心中那一口玉气自然是吐了出来，舒畅无比。星银商的目光在风汉秋、风君月两人手上的中品神兵来回的徘徊着，脸色阴雾。在暗星神殿时，星银商便无比的渴望能够拥有一件中品神兵，那么。 他的实力足以提升一个档次，达到与三叶准神抗衡的程度。可惜中品神兵太珍贵了，哪怕是他倾家荡产也买不起，用宗门贡献点兑换也远远不够，只能作罢。不过相比风君月，星银商在暗星神殿却还是要强上许多，至少用贡献点兑换了一件下品神兵，成为星象宫历史上第四个从暗星神殿带回神器的准神。 可如今，一直被他踩在脚下的风君月，却拥有一件他渴望而不可求的中品神兵，心银商心中实在是难以承受。心银商喝道：“风君月，你们的中品神兵究竟是从何而来？”风君月嘿嘿笑道：“这个你不需要知道，只需知道你将死在我的震天神威剑之下。来吧，心银商，你可敢与我决一死战？”话音一落，风君月便飞向上前方。 震天神威剑绽放出璀璨的光芒，恐怖的剑气切割四面八方。星银商冷声道：“你以为凭一件中品神兵就能与二涅准神一战？哼，本神便让你知道经历过二次涅槃的真正力量。”话音落，星银商同样从队伍中飞出，祭出一柄下品神兵宝刀。风君月的速度达到了一袭六百里，但星银商速度更快，足达一袭千里。 两人转眨之间便冲到一起，爆发出恐怖的一击，轰！刀剑碰撞，一声爆响，虚空中刚流四溅，气浪翻滚如末日浩劫。刀剑神兵一触即分，两人的身影同时向后方爆射而去，冲上来快，退得更快。轻盈商祭出的下品神刀嗡嗡直响，颤动不已，可见刚才那一击的碰撞是何等的激烈。这一击。 风君越竟然丝毫不落下风，新银商心中十分惊骇。虽然他知道中品神兵对于初阶准神的实力增幅很大，但不是亲身经历，却也难以相信一个一孽准神的实力能够通过中品神兵加强到如此地步。与新银商相比，风君越内心更为惊诧。震天神威剑在手，风君越只感觉力量无穷，以为与新银商一战，必是胜多败少。 可是刚才那一击，他却没有占到新银商任何便宜。他的天龙镇月剑诀特点便是力量强大，最适合正面强攻。新银商能够正面抵挡他的攻击，恐怕论综合实力还要更胜一筹。秋秋，两人对对方都感到极为棘手，后退的身体刚刚站定，便同时运转了星象。风君月的星象是圣级的玄武星象，土黄色的星象上。 引一只巨大的玄龟，龙首龟身，透露着巨大的力量。新银商的星象是圣级的白虎星象，星象之上隐约有一只巨大的白虎盘踞，张口欲笑，似乎要从星象中扑出，透露着极其锋锐的气息。天龙震月剑诀，神虎啸天刀法，两人猛地一声大喝，实力全面爆发，施展神武，璀璨剑光刀光纵横虚空千百丈。 剑光中天龙飞腾，刀光中神虎长啸，蕴含的力量皆恐怖异常。眨眼之间，两人便连连交手，刀剑相及数十次，身影如流光闪烁，越战越远。两人出手的速度太快了，除了同是准神级的存在，其余武者只看到重重幻影，根本无法看清两人的战况。叶星也不例外，不过他一施展破虚神瞳，就目力大增。 比起准神都还要看得清楚，一眨眼，叶星便判断出来，论攻击威能，风君月一点都不逊色于新银商，但是速度方面确实要差了一些，一时半刻还能抵挡得住，但时间一久，劣势会越来越严重。风君月并不是新银商的对手，准神之间每经历一次涅槃，实力都有极大的提升。 一聂准神凭中品神兵在攻击方面能够与二聂准神相比，但是其他方面确实逊色，所以还是二聂准神更胜一筹。几个呼吸的时间，风君越面对新营商的快速攻击，便已经落入下风。在场的准神当然也看出了风君越与新营商之间的差距，新成基等人都不急不躁，脸上笑意盈盈。而风汉秋、鲁正宏、邱敏君三人。 则是有些焦急。二聂准神的实力之强，比他们想象中还要更可怕一些。对方共有八位准神，除了新银商，还有七位。而风汉秋这边只剩下三位。风汉秋凭中品神兵可以一敌三，对方还剩四位准神。鲁正红、邱敏君显然难以应付。若只是准神对战，实力差一些倒也没什么大风险。准神拥有不死之身，极难杀死。 打不过可以逃，可是在场的可不只是准神而已，北斗剑宗还有大量的王者。若是准神一逃，在场的王者立即会面临灭顶之灾。风汉秋眉毛一皱，心中暗道不好。他和风君月获得中品神兵后，都有些得意忘形了。两件中品神兵可以让他们自保，但是想逆转局势，反灭星象宫、风魔谷等势力，却是无法做到。 郑红师弟，敏君师妹，等下我对付四个，剩下三个你们对付，如何？风汉秋顿时向鲁正红、邱敏君暗中传音。为今之计，他只能尝试一下，一个战四个了。第八百五十七章，稍等片刻。一般而言，三个一孽准神联手，可以抗衡一个二孽准神。风汉秋、风君月拥有中品神兵后，将心成机封号。 玄渊三位准神打得落荒而逃，过高的判断了自己的实力。按两人的估算，风君月对付新银商绰绰有余，还有余力再战一个一孽准神；而风汉秋则可以战四个一孽准神。现在一看风君月与新银商一战落入下风，风汉秋便知自己以一敌四恐怕也不是对手。只是现在局面如此，风汉秋也只能硬着头皮打四个了。 否则，让鲁正宏、邱敏君两人都以一敌二，绝对不是对手，甚至还有性命之忧。巨灵宗、斩月宗又没有其他武者在此，鲁正宏与邱敏君肯定不会拼死一战。而两人一走，北斗剑宗的王者就要遭殃。所以，风汉秋只能将危险留给自己，让鲁正宏、邱敏君两人联手打三个。虽然不敌，但自保应该没问题，不至于有生命之危而退走。 前方的天空中，星城基嘿嘿笑了起来。汉秋老鬼，二孽准神的强大，岂是一孽准神能够抗衡得了的？你们拿着中品神器前来我星象宫，嘿嘿，可是来送礼了吗？封号、玄渊等准神都双眼中绽放出金光，想到若是能够将封汉秋、封君越的中品神兵抢过来，兴奋不已。封汉秋冷哼一声，手中的逐日追星剑向星城基一指。 喝道：“新成基，能不能抗衡二聂准神不说，但即杀你却是绰绰有余。”新成基的眼角一跳，若是单打独斗，他与风汉秋一战，的确是会有性命危险。不过，新成基这边准神众多，他当然不可能与风汉秋单独一战。新成基冷冷一笑，道：“杀我？嘿嘿，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杀我。”封号师弟，玄渊师弟。 我们再陪他玩玩。封号玄渊两位准神器息爆发，空间震荡，在北斗剑宗之外，星城基、封号两人都被封汉秋所伤，吓得落荒而逃。但是事后他们一想，拥有中品神兵的封汉秋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的可怕，伤他们容易，杀他们极难。他们之所以大败，最主要的原因是还有封君月在一旁。若是没有封君月， 三人联手与风汉秋一战，究竟谁胜谁负还不好说。风汉秋催动逐日追星剑，气息暴涨，喝道：“就你们三个，落荒而逃的手下败将而已！再来一个吧，老夫一人灭你们四人！”新城基哈哈大笑，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中的打算，想牵制我们四个，没门！我们三人对付你足矣。”嘿嘿，新城基向一旁的准神看去。 接着道：“月红师妹，弄影师妹，你们两个对付邱敏君；少元师弟，金红城，你们两个对付鲁正红。正好他们都没有龙运守护，杀了他们，他们若逃，就杀光北斗剑宗的王者，一个不留，正合我心意。嘿嘿，绝对不会让他们逃走一个。”风少元人嘿嘿笑道。风汉秋眉毛一皱，新承基的安排正是他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鲁正红、邱敏君两人也脸色一变，让他们以一敌二抗衡一段时间没有问题，但若是拼死一战，那肯定不行。还等什么？风汉秋，来吧！哈哈，信成基哈哈笑道。金刚震天印已被他祭出，在他头顶上方旋转着。稍等片刻，这时一道雾图的声音响起，叶星自北斗剑宗众王者中走了出来。现在的形势。 对于北斗剑宗极其不利，叶星不得不出来改变一下局势了。准神之间的对决，王者哪能插得上手？叶星的声音一起，众准神的目光都看了过来。信成基等人看到叶星，顿时两眼瞪得巨大，如同见鬼了一般。除了封号星月红两人未曾见过叶星，其余的准神都在六年前的暗星神殿招收弟子大比上亲眼见证叶星获得了第一。 被暗星神殿收为弟子，既然被暗星神殿收为弟子，此刻应该在暗星神殿才对，怎么会出现在星月大陆？暗星神殿位于暗星大陆，与星月大陆不在同一片空间，只有真神强者才能够在不同的星空大陆间穿梭。叶星六年前才是九星尊主而已，就算在暗星神殿修为突破，现在也只不过是王者，怎么可能从暗星大陆来到星月大陆？ 星月大陆的历史上，还从未发生过被暗星神殿收为弟子的武者提前回来的情况，所以看到叶星、星承基等人，第一反应是自己看花了眼，有的猛地眨眼，有的立即开始揉眼睛。继续一看，还是叶星没错。准神的记忆当然不会有错，除非这人和叶星长得一模一样，否则就是叶星无疑。星辰基宁愿相信这是一个与叶星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也不相信叶星能够从暗星大陆回到星月大陆。看着叶星，新成基大声喝道：“你究竟是谁？”叶星来到风汉秋、鲁正红、邱敏君三位准神身旁，向新城基冷冷一笑，道：“新城基，六年前星流剑死于我剑下，你亲眼所见，这就忘了我吗？”新城基瞳孔一缩，又惊又怒，喝道：“真的是你？这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从暗星神殿回来？叶星呵呵一笑，道：“我想回来就回来了呗。你这老东西还没死，我自然要回来送你上西天。”星诚惊怒，极而笑道：“就凭你？嘿嘿，你手上沾染了我星相公的鲜血，老夫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你被暗星神殿收为弟子，远在暗星大陆，老夫鞭长莫及。现在你却又回到了星月大陆。” 不管你是怎么回来的，你都是自投罗网，自寻死路。叶星微微一笑，你确定？说着，叶星手一抬，手中出现了一个黑色的圆环。那黑色圆环透露的气息，顿时令所有的准神都看了过去。重品神器！一瞬间，好几个准神都惊呼起来，声音中满是震撼。叶星将黑色圆环递给了鲁正红，道：“这件黑曜灭魂圈。” 赠与鲁师兄杀敌，第八百五十八章逆转局势。鲁正红接过黑曜灭魂圈，神色有些不敢置信，激动的道：“这这中品神兵给我的。”叶星点点头，目光向一旁满脸羡慕的准神秋敏君看去，道：“秋师姐也有一件。”说话间，叶星手一抬，又有一件中品神兵出现，是一根深蓝色的长鞭。秋敏君顿时两眼中绽放出光彩。 激动的道：“我也有。”叶星将中品神兵长鞭交到邱敏君手中，道：“此鞭名为冰葵碎神鞭，由一条六次涅槃的冰葵神兽之骨锻造而成，赠与邱师姐杀敌。”邱敏君作为一涅准神，寿元两千载，虽然已经好几百岁，但看上去却如三十岁的美艳少妇一般。此刻，邱敏君神色大喜，脸上花容月貌，看着叶星，两眼放光。 多谢叶星师弟，鲁正红也连忙致谢。原本北斗剑宗这边准神数量少，即便风汉秋、风君月都拥有中品神兵，那也难与对方八位准神擅长。现在鲁正红、邱敏君也各得了一件中品神兵，实力也达到了可以战三位同境界准神的地步，形势一举逆转。叶星又拿出两件中品神兵，风汉秋又惊又喜。中品神兵何等宝贵！ 可在叶星身上，就像是大白菜似的，拿出一件又一件。至于对面的准神强者，此刻则是一个个惊愕不已。一个王者随手拿出两件中品神兵，这画面太让人不敢置信了。并且叶星能拿出两件中品神兵给鲁正红、邱敏君，显而易见，风汉秋、风君越两人手上的中品神兵也是出自叶星之手。信承基等人在北斗剑宗的落败。 此刻实力强弱的逆转，皆因叶星一人之故。星城基本就对叶星恨之欲死，此刻更是怒火滔天。对于叶星拿出的中品神兵，那自然是眼红不已，既羡慕又嫉妒。星城基顿时向众准神传音道：“叶星能够拿出这么多件中品神兵，身上肯定还有更多的宝物。我们的计划不变，全力拖住对方四位准神，吩咐各宗的王者。” 让他们全力击杀叶星，抢夺他身上的宝物。星象宫这边，七位准神是按照三二二的分配，分别对付封汉秋、鲁正红、邱敏君三人。星城基三人对付封汉秋，没发生什么变化，只是另外四人对付鲁正红、邱敏君，原本是处于绝对的优势，现在变得了绝对的劣势。不过，准神拥有不死之身，生命力强大，两人联手。 却也不至于有性命之忧，所以对方七位准神就算是处于劣势，但是想要拖住风汉秋、鲁正红、邱敏君三人一段时间完全可以。双方的准神都受到牵制，这时候胜负就得看双方王者之间的战斗了。北斗剑宗这边只有北斗剑宗的王者，而星象宫这边确实有星象宫、风魔谷、玄阴殿、金师宗四宗的王者。 即便风汉秋、风君越两人在北斗剑宗灭了一批星象宫、风魔谷、玄英殿的王者，但对方的人数还是要多不少。风汉秋知道新城击打的什么算盘，暗中向旷天、大地传音，注意保护叶星的安全。然后目光向鲁正红、邱敏君看去，喝道：“抓紧时间，速战速决！”风汉秋、鲁正红、邱敏君三人运用星象。 恐怖的气息爆发，同时向新城基等人杀了过去。新城基等七位准神应战，新城基、封号、玄渊三人对上了封汉秋、封少元、金红城对上了鲁正红、封弄影、星月红对上了邱敏君。准神间的战斗威力恐怖，波动极广，对于附近的王者简直就是灾难，免得乙方的王者死于非命。众准神在战斗中迅速远离。 很快便到了千余里外，至于风君月、星银商两人，更是打到了三千多里外。此刻，星银商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上风，只不过风君月全力防守，星银商想要击败对方也不容易。杀！突然间，杀声震天，星象宫、风魔谷、玄阴殿、金狮宗的王者纷纷出手，四大势力的王者都得到了准神的命令，击杀叶星。 抢其宝物，所以绝大部分的攻击都是向叶星而来。旷天大帝祭出一件神兵，瞬间出现在叶星前方，喝道：“挡住他们！”神兵强大，难以控制，但九星大帝确实勉强能够使用了。北斗剑宗拥有三件下品神兵，风汉秋、风君月各一件，另外一件便在宗主旷天大帝手中。现在，风汉秋、风君月都有中品神兵。 下品神兵都交给了宗门的九星大帝使用。北斗剑宗共有三位九星大帝，全部都手持下品神兵。九星大帝持下品神兵，虽然实力不如准神般恐怖，但比同境界的九星大帝确实要强得多。以聂准神使用中品神兵可以以一敌三，九星大帝使用下品神兵也是一样，以一敌三绰绰有余。至于对方的九星大帝。 只有刚从内城杀出的星象公主、万象大帝才拥有下品神兵，其他的都是使用极品玄冰，所以，纵然九星大帝的数量超过北斗剑宗，但实力却是不如对方的九星大帝，抵挡不住。不少八星皇者也加入了抵挡旷天大帝三人的队伍中。与北斗剑宗其他王者战斗的八星皇者都很少，绝大多数都是八星之下的王者，高阶王者。 攻击范围虽不如准神，但是杀出十几二十里，确实能够做到。数以百计的王者大战，战场很快便拉开，连绵数百里。叶星有旷天、大帝等三位大帝保护，对方的王者知道，想要击杀叶星，先得对付旷天、大帝三人，所以杀向旷天、大帝三人的攻击特别多。纵然三位大帝手持神兵，但对方人多势众，却也压力颇大。 一时之间难以顾及叶星，这时一些中阶王者、七星王者见叶星透露的气息，才是四星王者而已，趁机向叶星杀来。若能杀死叶星，夺取宝物，那就是天大的功劳一件。叶星和韦清轩站在一起，看着这些向他杀来的王者，冷冷一笑。韦清轩一掌拍出，寒气冰封十里虚空，七星之下的王者陡然间冰封。 七星王者也直打哆嗦，速度将缓。第八百六十章战金剑皇。这时，叶星杀出，速如鬼魅。朱雀星象运转，一道道指钢剑芒点出，冰封的王者被指钢剑芒击中，瞬间碎裂成碎片。七星王者虽然未被冰封，但速度将缓，哪能避过叶星的攻击？被指钢剑芒一点，那也是脑袋瞬间粉碎。在场的王者。 绝大多数都只铸成下品王区，铸成中品王区的屈指可数。无论是下品王区还是中品王区，脑袋都属于要害。脑袋粉碎，那自然是一命呜呼。叶星出手，简直就是生命的收割机一般，所过之处，对方四大势力的王者纷纷毙命。哪怕是七星王者，也抵挡不住叶星和韦清轩联手的一招。叶星一眨眼出手十数次。 几个呼吸的时间，便有数十位王者死于叶心手下，一个个死无全尸。王者虽然没有不死之身，但生命力亦很强大。通常，王者之间的战斗，只要不是实力十分悬殊，杀死对方并不容易，一击毙命更是十分困难。王者之间得有一个境界的实力差距，才有很大击杀对方的机会；而一击毙命得有两个甚至是三个境界的实力差距。 像叶星这样一出手就毙命，眨眼间连杀十数个，那太骇人听闻了。不过，若是了解叶星和韦清轩的实力，那么结果就不算是那么震撼了。两人是三星王者时，叶星就已经拥有击杀七星王者的实力，韦清轩也有七星王者之下无敌。现在两人已成四星王者，是初阶王者到中阶王者的突破，实力增长幅度非常大。叶星的实力。 恐怕达到了击杀八星王者的程度，而韦清轩也在七星王者中处于顶尖。试想一下，一位七星皇者和一位八星皇者联手，实力有多可怕？韦清轩的攻击拥有冰封能力，控制敌人的行动；叶星的攻击至快至强，拥有恐怖的穿透力量，杀伤力十分恐怖。两人配合，一个控敌，一个杀敌，杀敌自然是效果倍增。 比七星皇者和八星皇者联手都可怕的多，击杀对方王者，自然有如割草一般。虽说星月大陆王者数量众多，但也不是大白菜一般的普通货色，每陨落一个，也是一份不小的损失，哪经得起叶星如此快速的收割？对方王者总共只有数百人，十个呼吸不到，叶星便杀了数十人，死在他一个人手上的。 比死在所有北斗剑宗王者手上的要多得多。几个呼吸的时间，星象宫等四大实力的王者折损了一成以上，这结果出乎众人意料，令人震撼。北斗剑宗的武者自然是大喜，而对方四大实力的王者则惊骇无比。哪怕是星海七重的凤凰强者，对于叶星也很是惊恐，没有一个再敢向叶星出手。对方不主动攻来。 叶星便主动攻了过去，叶星在前，韦清轩在后。韦清轩的速度一袭百里，至尊血脉催动，寒冰掌印拍出，极致的寒冰气息连绵不绝。虽然攻击力并不算强大，但这寒气却是对于敌方王者有着极大的影响。也只有八星皇者才可凭强大的实力无视这寒气的侵袭。青云之翼在叶星背后张开。 叶星的速度比韦清轩更快，达到了一袭近两百里。韦清轩每次攻击的寒气笼罩范围，叶星总是第一时间杀了过去。一时间，叶星所到之处，敌方王者纷纷退避，如见鬼神。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王者死于叶星手下。毕竟叶星的速度太快了，比七星王者要快得多，再加上韦清轩的寒气攻击影响，一般的王者。 自然是躲避不及，比方四大势力的王者纷纷陨落，这使得北斗剑宗的王者士气大盛，一个个斗志激昂。叶星受死，突然间一道爆喝声响起，一位王者手持极品玄兵杀至叶星面前，是一位星海八重的凤凰强者。虽说此刻大战之中场面混乱，双方人员都交叉在一起，但是就总体而言。 双方王者所在的大概区域还是分明的很。叶星一路急杀，自然是比较深入到对方的区域之中。星象宫的疯狂强者金简皇早就留意了叶星，与北斗剑宗的大帝对战时，并未冲杀向前，处于可战可退之间。一见叶星深入乙方区域，立即抽身而退，极品玄冰金龙简猛地抽打而出，带出一片璀璨的金光。八星皇者出手。 威力何等恐怖！虚空被这一剪抽的压缩爆裂，下方花草树木仅是在气流碾压下便纷纷化为粉碎，大地也裂开了沟壑。若是这一剪落地，定然是地裂山崩，方圆十数里都会化成一个大坑。唯清轩的寒冰掌印，寒气覆盖前方十数里，但金简黄的身影却并未因寒气有丝毫减弱，一袭百余里，半个眨眼不已，便杀至了叶星面前。 并且金简黄一出手，立即又有七星皇者出手向韦清轩杀了过去。此刻有金简黄对付叶星，七星皇者单独面对韦清轩，自然不怕。说来话长，实则一瞬。金简黄的速度太快，叶星论速度虽然不慢于对方，但是人不可能永远保持极速，每一次用力之间，总有个时间节点。如此一来，只要抓住机会，速度稍慢一点的。 集中速度更快的，这也正常。若不然，叶星的速度一袭将近两百里，而金简黄只能达到一袭一百五十里左右，岂不是叶星只要在移动中，金简黄永远也打不到叶星？当然不是。比如此刻，金简黄一剪杀来，正是叶星两次用力之间的节点之时，叶星避无可避，避不了，唯有正面对战。金岩宫立即出现在叶星手中。 爆发出狂暴的力量，一道火焰弓影瞬间挤出，发出一声爆响。金简黄的力量太恐怖了，火焰弓影一级便溃。金龙锏、金炎弓两件极品玄兵猛烈的碰撞在一起。金龙锏主力量，金炎弓主射杀，正面碰撞自然是金炎弓吃亏。更别说叶星的力量，更是比金简黄逊色不少。金炎弓一曲一弹之间，叶星瞬间被震飞。 如同一发炮弹，瞬间爆退。